这是在哪里？对了，我乘坐的飞机失事，被汉雷直接劈断，我居然还活着，浑身剧痛，就像被卡车给来回碾压了似的。算了算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这里的环境，应该是一座荒岛，先找找周围有没有其他幸存者吧。啊，那里好像就有一个人，没有动静。 该不会死了吧？哇，这妹子好漂亮啊！要是在这里没了，我国几千万的光棍大军该泪流满面了。呸呸呸！我在说什么呢？得抓紧救人呐！你还好吗？啊，什么？关灵玉？这个女人怎么会在这里？当年高中的时候，我和关灵玉，还有她妹妹关小飞，三人关系很好，也算得上是挚友吧。 可自从我和关小飞交往之后，关灵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频繁和我争吵，干扰我和菲儿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动用家里关系，把我赶到了其他的学校，被迫和菲儿分了手。一晃接8年过去了，听说关灵玉已经当上了家族公司的总经理，菲儿也成了一名人人羡慕的空姐，只有我还停留在原地。这道疤。 是当年他和我争执的过程中摔倒遗留下来的，既然关灵玉在这里，那菲儿会不会也？呵呵，叫你拆散我和菲儿，活该你倒霉！这次落到我手里，希望你别那么短命。<笑>你是？哼，怎么？几年不见，哥已经帅到你认不出来了？哼，刘毅，过了那么多年。 你怎么还是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哎，总有些有眼无珠的女人看不到哥的魅力。对了，小飞呢？她没在这趟航班上吧？菲儿，对啊，菲儿就是本次航班的空姐。快，快去找找菲儿，她肯定也在这附近。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菲儿，等我，你一定会没事的。菲儿，你在哪里？关小飞，听见就回话。 来，哥借你只手，看看能不能站起来。滚开！别碰我！切，谁稀罕呢？我还不想管你呢。哼，我也不稀罕你管我，赶紧找菲儿去吧。菲儿，菲儿。这人虽然看上去早就死透了，不过衣服却十分完整。老兄，抱歉，借你衣服一用。 你懂个屁啊！这荒岛上不知多少蚊虫野兽，夜晚气温可能降低，想要离开就得先好好活着。给，你爱穿不穿，不穿就等着冻死吧。哼！你，菲儿，菲儿，关小飞，啊，快点，那边有人影，可能是菲儿他们。啊，那是。哎。 这包应该是飞机上掉落下来的行李。嚯，包里东西还挺多的，有手表、打火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这点财物？喂，那边呢？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你谁呀？虽然这人穿的人模狗样，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一股衣冠禽兽的气息啊！你连我都不认识，本人贺飞，是龙利集团的经理。 后面那位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杨百春，是我的熟人，赶紧把东西交出来。这些都是遗物，之后要交给死者家人的。龙利集团，不就是我们这趟航班的航空公司的赞助商吗？贺经理啊，抱歉，不认识。这包本来就是我丢失的，我自己收着有问题吗？不管这人是经理还是机长，打火机和手表我必须得留下，这两样东西可是能保命的。 就算是你的，我们一起把物品整理完后再还给你就是了。这货为啥一个劲儿的收东西啊？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姐姐，刘毅，菲儿，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还好吗？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应该我问你才是。菲儿，你没事吧？关小飞，谁让你过来的？赶紧回去！他。
他们是我的同学和姐姐，我来看看他们。菲尔在颤抖，看样子这群人对待菲尔并不好。我的直觉是对的，他们就是没安好心。姐姐可以带回去，同学不行。还有，让你同学赶紧把包给放下。让我放下我就放下，你们怎么能保证你们不是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占为己有呢？刘毅，别说了。菲尔，菲尔，你们要干什么？赶紧把菲尔放开。老杨，这小子是个刺头，不收拾他一顿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哼。小辉，你跟几个兄弟去教训他一下。好，头。虽然我没和菲尔走到最后，但是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他不情愿的情况下冒犯他。杨百川，你找死。臭小子，你不想活了是吧？给爷死。该死，看我今天不把你给。贺飞，快住手，不要乱来。刘毅，你走吧，我们的团队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刘毅，走当然可以，我还不想跟你们待在一起呢。不过嘛，小飞也得跟我们一起走。啊，不行，你不能把他给带走。你想留下小飞，就得问问他答不答应了。你算了算了，乖小飞，你自己愿意的话就跟他一起走吧。老杨，哼，一群纸老虎，果然在这种环境下拳头好用才是硬道理。小飞，我们走。走吧，姐姐。嗯，先生，请留步。好。先生，我们可以跟您一起走吗？虽然我并不想留那新人，但在救援队没来之前，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份力量，更何况这三人看上去面善多了，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行，那就一起走吧。真的吗？嗯，谢谢谢谢。我叫陈松，他们是苏英和米尔斯。老杨，我们真的就这么放走他们了吗？哼，他们敢走就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命活了。别忘了，物资可都在咱们这里。等今晚，如果刚刚我没看错，杨百春应该是把所有的物资都放在了一起，难道他想要垄断物资吗？看来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得先找一个庇护所才行。刘毅，快看，这里有个山洞。真是天不亡我，有住处就是个很好的开端了。从现在开始，我需要你们在海边收集各种有用的东西，塑料瓶、破布、飞机碎片，这些都要拿回来。好。陈兄，你负责去海边看看有没有小鱼小虾之类的，给大家提供一下今晚的食物。活都让我们干了，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社会上的事情你少打听。你姐姐，别跟柳毅斗嘴了，我们赶紧去吧。没想到空心藤居然能够当水喝。柳毅，你还真有一套啊。谢谢你，柳毅，如果不是你带我们出来，恐怕我们今晚连水都喝不到。是啊，多亏有你指挥，看你对野外生存这么在行，以前是不是当过兵啊？有幸入伍当了5年兵，当时参加过好几次野外极限生存的训练，以前觉得没有一点用，没想到防患于未然了。哼，说得好听，还不是因为没学上才去参的军。姐姐。是吗？既然大小姐这么看不起我，那要不把空心藤还我。好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大家累了一天，不如早点休息吧。那我和陈松睡两边，小飞嘛。小飞可不能挨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贼心不死还惦记着小飞，你去陈松那边一起睡。姐姐。哟，照我们大小姐的说法，看样子你要去守另一边了。守就守，谁怕谁啊。行，那你就守吧。忘了提醒你，这个岛上可是有蛇的，到时候被咬了可别怨我。哼，你别骗我了，这里有火堆，怎么可能有蛇？
姐姐小心。疼！你这家伙怎么净给人添麻烦？你别紧张，那只是只壁虎，俗称四脚蛇。就你这胆子，真蛇来了恐怕早吓死了。你说什么？好了好了，别吵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们赶紧休息吧好吗？刘毅，你这个王八蛋，我饶不了你。这个女人梦里都是我，这是跟我有多过不去啊。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别紧张，有东西触发了我设下的陷阱罢了。陈松，你跟我出去看看情况，其他人先在洞里待着，不要轻易出来。好。哎呦喂，是哪个王八蛋在这种地方还设了陷阱？是你们大半夜的来搞偷袭，杨百春他们果然没安好心，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提前设置了防护措施。喂，在这种没有医疗条件的环境下受伤，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刘毅，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故意伤人？我故意伤人？我这只是用来防范野兽的陷阱，难道你们这群家伙连野兽都不如？放屁，这破岛上要是有野兽，我把这把刀给吃。来吧，请开始你的吞刀表演，吞完了就赶紧滚。小死，好了好了，同伴之间说话力气别那么大嘛，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我们就是想来借个火罢了。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搞来的火，凭什么借给你们？哼，想借火是吗？给你个火把勉强可以，但需要用食物和衣服来换。他们应该是想自己搞火没有成功，估计也猜到我这里有打火机一类的物品，所以半夜才来偷袭。可以，我们这就回去拿东西。切，刘毅，我们真的要把火借给他吗？我们都清楚现在的情况有多严峻，为了活下去，食物和衣服也是必须的。一落地就组织人手收集物资，现在还来借火，或许杨百春一早就知道我们获救的希望很低。好，我只能给你们这些了，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努力了，毕竟我们那里人数众多，还希望你能理解一下哈。就凭这些就想得到一个火把，再怎么也得多给我们一把武器补偿一下吧，我们总不可能一直用木棍，能多占点便宜是一点。别得寸进尺啊你小子。没事没事，那什么小辉啊，把你的斧头给刘毅吧。哼，注意拿好火把哦，欢迎下次再来。臭小子，要不是打不过我早就打你了。你们怎么在外面聊了那么久啊？都聊了些啥？我跟他们商量拿你能换多少食物，谁知道你就只两包方便面呢，所以就没换。去死，你这个渣男。夜晚冷，小飞你多穿点，趁着离天亮还有段时间，赶紧睡吧。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寻找水和食物呢，啊！谢谢，刘毅，把你的手给我从小飞身上拿开！这里的空气可真新鲜啊！如果不是米尔斯自荐，我也没想到他居然是一名攀岩高手，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刘，感谢你同意让我跟你一起来找水源，我一定会尽力的。哪里哪里，有你这样的户外运动专家帮忙，我省心多了。其实我原本是想找小飞组队的，没想到关灵玉这个女人又开始发疯，最后别无办法，只有让小飞和其他人一起去寻找食物了。刘，你看那里，看样子是对面高山上流下来的雨水汇集成了一条小河。米尔斯，你运气不错嘛。这里荔枝茂密，我们可以从那棵较大的树干上溜下去。我是没问题，但你真的可以吗？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没问题没问题，你得相信你的队友。OK， 这棵树挺结实的，我先过去然后再伸手拉你。好的。不算太难，哥的身手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好了，米尔斯，你可以过。怎么了？你那是什么表情？你别动，你背后有条蛇。是丛林树蛇。小心！糟糕，我把斧头留给了陈松，现在身上一把武器都没有。不对，我不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刀，人身上最锋利的部位就是自己的牙齿，这就是我的武器。还好我急中生智，捡了条小命。真是太好了！你小心点。刘，你真是太厉害了。走吧，咱们继续往前寻找水源。好，他们外国人都是这么热情的吗？这些全部都不能吃啊。我还以为今天能填饱肚子了呢。哎，太过于鲜艳的蘑菇大多数都是用颜色来掩饰自己的有毒性，外行很容易摘错，这很正常，你别太沮丧了。说的简单，那我们今晚的饭可怎么办啊？就这几个椰子和蛇也不够我们吃啊。现在时间还来得及，走，我带你们去个地方。我和米尔斯摘椰子的时候找到的这片海滩刚好赶上了退潮，保证收获满满。我们走，现在气温刚好，玩水可凉快了。女人真是对水有一种天生的执着和渴望。这等美景，要不是我们现在情况危机，不然我还是很愿意欣赏的。很好，我也开始干活了。海水退去之后，好货全潜伏在潜水区的沙里，因此只要把手往下面一抓，有了，赶海是一门技术活，今天我们能饱餐一顿了。还好当初我服役期间学习了很多赶海技巧，没想到今天全用上了。不错，大丰收了，这几天的食物都不缺了。刘毅，怎么了？这里有蛇怎么办？蛇？你们待在原地不要动，我马上来。糟了，海蛇有剧毒，以我们现在的条件被它咬一口神仙都救不了。这是一条鳗鱼啊。什么？这条鱼少说也有六七斤，看来它就是来给我们加餐的。你们别怕，都往后退一点。这么大一条，你准备怎么处理？很简单，直接砍断就好。今晚不仅有蛇还有鱼吃。好嘞。刘，你猜猜我们刚才找到了什么？大闸蟹。当当当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我们可以在上面煎东西，还可以烧烤呢。不，我们最好把它当成锅来用。来，把它给我。你们看，用石头把它砸凹下去，这就是个简单的小锅了。原来如此。鸟儿低飞，海水涨潮，看样子今晚要下雨，得抓紧时间回去了。走吧，回家开饭了。嗯，好。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么满足的饭了。哼，吃的那么多，果然是猪。哦，看样子我们大小姐是看不起这顿饭啊。那手里拿着的是什么？胡说，我只是饿了而已。好啦，姐，咱们先好好吃饭好吗？前几天还愁吃不上饭，今天却愁剩的海鲜太多了，只好慢慢的烤成了鱼干。环境果然能够轻而易举改变人的思想。先别吃了，大家赶紧去外面处理一下，今晚可能会有大暴雨，先把之前留下来的那些树干堆积在洞口，再用树枝树叶铺在上面，避免风雨倒灌进去。好，没问题。刘，你打算再做几个陷阱吗？雨水是最天然的纯净淡水，可以直接饮用，挖个坑收集淡水，明天我们就不用继续去摘椰子了。那我也来帮你。谢谢。我去把东西找回来再放一次。别去，没用的，现在风力恐怕已经到了十级以上，再打几次也是白搭。我心面都还算好的，如果雨水堆积进来，
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再是个庇护所，而是要命地了。刘毅、啊、我好冷。不好，如果再冷的感冒了，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大家都靠在一起，尽量保持体温。刘毅，你说我们会不会被冷死？我不想死，我长这么大还没找到男朋友呢。别乱想了，暴风雨来得快去得快，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等救援队接我们回家。刘毅说得对，说不定回家之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参加野外生存比赛呢。那有这次的经验在，我们一定能拿第一名。你们好，我们要一起回家。虽然我说的都是一些安慰话，但人活着总得有个希望，如果连希望都没了，那么从肉体到精神都会变得非常脆弱，这样的人注定是活不下去的。这个营地条件太差了，为了更长时间的生存，我们不得不找个好点的住处了。我们这里都这样了，杨百春那边绝对不会轻松。不想死就都挤在一起，保持体温，他已经不行了。该死，雨势减小了，得赶紧让大家身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不然感冒就不好了。刘毅，你脱衣服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啊，别乱来。我是想让大家把衣服都脱下来拧干，湿衣服穿着冷更容易感冒，在这个情况下小感冒也是会要人命的。你在想些什么啊？你赶紧脱了。脱衣服这……原来脱衣服还能防感冒啊，没问题。没事，你们脱吧，我帮你们挡着。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这种画面对于我这种单身汉来说还是有些太刺激了。哎，虽然烧不起来，但还好有点温度，这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在衣服烤的这点时间里，我们还需要做点其他的事情保持体温。对了，我们怎么没有挖洞呢？大家随便拿些工具，咱们一起在这里挖个洞。挖出来的干土不仅可以把地面的水渍填起来，还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干燥的地方休息，多动动还不会冷。不愧是刘毅，还是你主意多。哼，那你怎么不早点提出来？我看你就是想看我们脱衣服，下流。好啦姐，别吵了别吵了。太好了，暴风雨终于停了，看来天不亡我们。大家去附近找找有没有还没有被淋湿的干树枝，我们需要把火堆重新燃起来。好，米尔斯，你去用锅盛一些水，吃点热的对身体好。嗯，没问题。老刘，救火救急啊。杨百春他带着这么一群人过来是打算干什么？走吧，我们先去找柴火。哎，这个鬼天气一晚上就折了我们四个人呢，这不想着你这里有火过来投奔你。你要是来借火的，我可以给你再弄一团，其他的就爱莫能助。话不能这么说，我啊主要就是想跟你一起合作。合作？你想想，这些人曾经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只要你我不放弃他们，等回到了现实社会，那肯定是收获颇多的。我家里开工厂的，只要你能帮我，我把股权分你一半。还有我可以把整个公司都给你。刘先生，求求你，回去之后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给你。该死，就知道杨百春没安好心，这不就是道德绑架吗？来这里之前我各种美誉，在这座荒岛上我却成了这样一群上流社会人士的贵人，真是讽刺啊。凭什么你们说给什么他就要什么？别做梦了，你们别在这里道德绑架和用钱财威胁别人。万一个人带着你们就会生存得很好吗？这些所有的东西也都要我们的努力。你们别自作多情了，我是为自己着想。刘毅，我们不会让你为难的。林玉和小飞说的对，
现在我们自身难保，也无心带你们这么大群人，就不要为难我了。我可以给你们火种，但是其他的一切都需要你们自己努力。行吧，既然你不愿意跟我们合作，那给我们点吃的总可以吧。这两个该死的女人坏我好事，我只剩下一点鱼干，你们拿去分了吧。虽然这么说有点伪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见死不救。刘毅啊刘毅，你真的是太天真了。什么？刘毅，不好了，他们把食物全拿走了，连水都没有给我们留几瓶。什么？他们倒是开心了，我们却要接着饿肚子了。原本我心里还对人性抱有一丝幻想，既然你们要赶尽杀绝，那我今后也就不客气了。什么大人物，我看他们都是土匪。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你们先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去别的地方看看。暴雨过后海水变高，海边抓捕是没有希望了，现在只有去森林里碰碰运气。刘，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没问题，我们走吧。真希望他们所有人都像米尔斯一样掌握一些野外生存的本事，这样哪怕哪天我出事了，他们也能够独自生存了。刘，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这里什么都没有。不，再找找看吧，如果还没有我们就别乱动，我们可能是闯进猛只野兽的地盘了。明白。这里怎么会有黑熊？黑熊不是生活在寒温带的野兽吗？该死，黑熊不但皮糙肉厚，而且体型健壮，行动也相当迅速，我们两个人是绝对跑不了的。但他脑子并不灵活，恰好我手上有这武器，说不定可以利用这一点。米尔斯，你先走，我来拖住他。好，我一个人还能和他拼一拼，但我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保护好米尔斯，最好让米尔斯先退出黑熊的攻击范围。不好！熊瞎子，一个没什么肉的女人有啥可吃的？不如来看看我这块小鲜肉。4米，3米，2米。刘毅，为什么不动了？难道他为了我自愿当诱饵吗？1米。判断失误，看偏了。要是黑熊会更加恐怖，看样子1米的距离完全不安全，得先拉开距离。糟糕，斧子被挂住了，倘若失去武器，那我恐怕会就地成为黑熊的狗粮。不要！机会，畜生，去死吧！终于结束了。刘，你没事吧？我没事，我们去叫陈松他们过来帮忙。今晚有熊肉宴了。刘毅，谢谢你，要不是你一个人击杀了这头熊，我们恐怕今晚还要饿肚子呢。是啊，老刘，我们能活下来都是托你的福啊。夸张了，大家也都有帮忙的。哼，真不知道你在得意什么，不多小心一点，下次怕是直接喂熊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拆我台。哟，老刘，吃东西吃得很开心吗？听说你们弄了几百斤肉，可不能一个人吃独食啊，总得给我们兄弟分分吧。脸比城墙还厚，说的就是你们，想吃自己找去，一听见风吹草动就来了，这次我绝对不会心软。哎呀，老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大家都是同胞，相互照应一下也是应该的吧。贺头说的对，要不我们干脆直接进去拿算了。滚！
老子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弄回来的肉凭什么给你们？谁敢动老子的肉先问我的斧头答不答应。大家别怕他，我就不信他敢杀人。他要是真敢动手，过几天救援队来了，我们就举报他让他坐牢。我们人多，就算刘毅真动手，车轮战也能爆死他。刘毅，我来帮你。你们来，我看你们谁敢动手。你们不是想车轮战吗？来吧。没想到这个时候陈松他们居然选择出来帮我，看样子这个团队还不错。不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愣头青，有什么好怕的？贺飞，你后退什么？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闭嘴，知道个屁。刘毅的身手不容小觑，再加上他现在有了帮手，我得想个其他法子。有了，想让我们不要这些肉也可以，但是我们需要你们出人和我们谈谈条件。刘毅本人不行，不如就让这个闷头青过来和我们谈吧。我看样子贺飞担心找太强势和他起冲突，找了个软柿子捏。虽然不知道他们要谈判什么，但眼下真闹起来吃亏的终究是我们。陈松是这里唯二的男性，让陈松去打探一下消息也可以。陈松，你去吧，注意分寸。上钩了。兄弟，我们心交心地说，既然你们不允许我们抢，那么我们用物品来交换怎样？你想用什么来交换？刘毅，你不跟上去看看吗？万一他对陈松出手怎么办？他才不会傻到攻击我队友让我报复他们。我跟他们说好了，他们不会来抢我们的肉，但是要求我们告诉他熊肉是在哪里找的。这么简单就处理了？原本他是想要分走我们一半的肉的，但是我说刘毅肯定不同意，还威胁他们如果再提出无理的要求就让刘毅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答应了。没想到陈松居然还会威胁人。太过顺利，简单了反而让我不安。难道贺飞他们其实有其他打算吗？看样子今晚我得防范一点。刘毅，王八蛋。几点了？糟糕，我居然睡到了半夜。我和陈松说好了交替守夜来着，这下完了。奇怪，陈松呢？等等，我的肉和水呢？我的斧和锅怎么都不见了？难道是陈松出了问题？快醒醒，我们的东西都被人搬光了。东西呢？东西怎么全不见了？今天不是陈松守夜吗？哼，我们居然睡得一点感觉都没有。走，我们去杨百春营地看看，陈松十有八九就在那里。看，陈松在那里。嘘，小声点，我们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已经醒了，大家都找个地方躲好。松哥，还是你厉害，一瓶安眠药就把那小子给撂倒了呢。哪有的事，还是贺飞哥给的机会。可恶，没想到陈松居然背叛了我们，还给我们吃了安眠药。刘毅，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锅和斧头都被他们抢走了。他们拿走了全部的资源，按理说现在应该正得意，接下来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找机会。大家快跑，后面有个凶猛的大家伙追上来了。走，我们离他们远一点，别被波及了。救命啊！老杨，你不要脸！我哪里老兄弟，你居然……活该！叫你们不做人，叫你们偷我熊肉！老刘，救命啊！你来得正好啊！快帮哥们想想办法，不然这样下去，幸存者会死光的。不好意思，我也不是万能的，麻烦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老刘，我知道陈松的事情是我不对。可我也是为了让大家活下去啊，这么多人没吃的，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吗？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想让我出主意救你们也可以，先把斧头还给我。好好好，给你，
老刘，快救救我们！虽然轻防府不是万能的，但在这种情况中，他能处理的东西太多了，想要活下去就不能没有他。老刘，你不能拿了东西就翻脸不认人吧？用火呀，蠢货们！动物大部分都怕火，尤其是身上带毛的动物，更别说野猪自带松油，只要被火点着了，就算它再厉害也会落荒而逃。火，对，我们有火。我们那个洞穴不能再待了，得去寻找个更好的住所。为什么？这里离海近，能找到很多食物，我们搬走不就全便宜他们了吗？好好的大小姐，智商全点在贫嘴上。第一，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拿走我们辛苦得来的任何食物。第二，我们的营地主要以泥土为主，一旦风雨过大就很容易垮塌。第三，这也是最让人头痛的问题，杨百春他们已经把野猪搞过来了，一旦他们杀不死野猪，就会迎来野猪的报复，我们很容易被牵连。可是如果我们离海岸太远，万一救援队来了，我们错过了被救助的机会，那该怎么办呢？我也想过这可是个问题，但眼下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往海岸的山边找一找，看能不能在那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都听你的。好了，你们都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刘毅，你干嘛去啊？我到背面去看一看，那里我之前看过，是一块相对平缓的坡地，说不定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好，那你注意平安。我现在可是团队里唯一的男人，以他们的体力可扛不住这些事。虽然话说的挺好，但适合居住的天然洞穴果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找到的。啊，那是什么？石堆？六块同样石头摆放的两排，从石头的风化程度上来看，至少有五年了，绝对不是自然形成的。那这么说，这荒岛是有人来过的。石堆看着像用来埋人的，那活人去了哪里？他又是怎么离开荒岛的？看来只有挖开才能知道答案。刨别人的坟墓是很忌讳的，死者为大。先道个歉好了，陛下的前辈大爷，小子刘毅准备动您的坟墓，这里先给您赔礼道歉了。啊，在这里？刘，你是准备用石头搭建一个营地吗？当然不是，我发现了一些活人的痕迹，这个荒岛上可能生存过其他人，你们休息好了就来帮帮忙，一起找线索。刘毅，你看这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一个木偶。的确是个木偶，但感觉不是个简单的玩具啊，就这么个小东西把它埋起来干什么呢？我与它对视，这木偶就像一个活人呢，看着瘆人。这应该是古代种族祭祀用的物品啊，我以前在考古杂志上看见过类似的。谁会这么无聊跑荒岛上来埋这个木偶？这岛上该不会曾经存在过什么原始部落吧？哎，都别乱想了，不管怎样，这个木偶已经说明了这岛上曾经有人，说不定我们之后能找到其他的线索，成功的离开这里。有线索就是希望了，刘毅说的对。好了，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咱们还要去找食物呢。啊，这是什么？奇怪，这是我什么时候染上的染料吗？居然搓不掉。喂，在那傻站着干嘛呢？该不会被木偶吓着了吧？赶快过来。哦，来了。终于让我们找到了，这里干燥又平整，距离山顶也近，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样的地方。可是我感觉这里似乎像是人生存过的样子呀。你们看那里。不是吧，这岛上不会真有什么原始部落吧？米尔斯，你可别吓我们啊。米尔斯说的没错，万一这里真有那种插着鸟毛的家伙，你们就要小心了，像你们这样的大美女小心被抓走。哼，谁叫你开这么恶心的玩笑，这次我炸我姐姐。
刘毅，你太过分了。印记变淡了一些，说实话，这个印记给我的感觉和那个木偶一样诡异，但现在看来，或许是我多想了，它应该只是我偶然沾的。灵，水都装好了，咱们回去吧。好，先不想了，等它自己消散吧。或许菲尔他们已经找好大餐了。没想到在这里能找到土豆这东西，等回去了，刘毅一定夸我们。嘿嘿，菲尔，快过来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我和苏英发现了一种小果子，还挺甜的。菲儿，你尝尝。小果子我就不吃了，我想都留给刘毅，他为我们忙碌了这么久也没吃上口好的，正好给他补点糖分。那我也留一点给那家伙好了。你们呢？这些土豆都够我们吃好几天了，你们该不会把地都挖空了吧？不挖完留着过年啊？难道你还想在这荒岛上开启种地生涯吗？你懂什么？万一我们要是一年半载都回不去呢？不管在哪里，我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呸呸呸，乌鸦嘴，我才不要一年回不去呢。菲儿啊，吃饱了就犯困，我就先躺下了。菲儿，来这里睡。我还是在洞口守夜吧。姐姐，你怎么了？怎么了？他们忽然就发起了高烧，昏了过去，看着像是中毒了。中毒？怎么会？难道是……他们应该是吃错东西了。吃错东西？我们在山里找到了一些小野果，苏英和姐姐一起吃了。我把我那份留下来了，想分给你来着，但是忙忘了。完了，这个东西我也不认识。这好像是红螺香果。你认识啊？对，这就是红螺香果。这种果子有毒，吃完后人会头晕高烧，出现幻觉。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他们吗？带他们去海边泡冷水澡，这样毒素就会慢慢消散。走，我们大家一起动手，把他们带到海边去。冷，好冷。看样子米尔斯说的方法还是有些用的。这才泡了几分钟，关灵玉明显已经恢复正常。没想到，只是一会儿没看住的时间，他们就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哎，刘毅，刘毅，对不起。先回去吧，别把他们冻感冒了。自从我们来到荒岛已经过去半个多月，正常来说救援队应该早就到了，可现在在外界人的眼里，我们恐怕早就成了失踪者了。想什么呢？那我的螃蟹分你一半，别黑着一张脸了。哈，谢谢菲儿，我只是有点累着了，休息一会就好了。按照现在的情况下去，我们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困难，看样子想要打破困境就必须得做出点改变。我决定了，与其在这里等待，不如我们自己努力。我们一起建造一艘木筏，出海求救吧。什么？出海？木筏漂流的确是个有效的筏子，只要在漂流的过程中遇见过往的船只，我们就能成功获救。凡事都别想得那么美好，你说的轻松，木筏是你想建就建的。就算你真搞了一艘，那食物呢？淡水呢？只要我们肯努力，这些都是能采集到的。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以我们现在的人手是完全不足以创造木筏的，所以我们得找人合作。可是我们能找谁合作呢？杨百春吗？对，就是杨百春。你疯了？你被他们害得还不够惨吗？对啊，刘毅，大不了咱们五个慢慢来，和他们合作可没什么好下场。别急啊，我心里有数，你们跟着我就好了。哟，老刘，终于舍得露面了。想在你嘴里听见一句正经的话可真难。叙旧就免了，我们谈谈合作吧。合作？相信你们也看出来了，
目前救援队来的机会是越来越渺茫，所以我打算自己造个足够大的木筏，一起出海自救。造木筏？能够回家的诱惑可没多少人能抵抗得住，眼下为了造木筏少不了杨百春的帮忙。行，只要能够回家，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很好，造木筏出海，材料、食物、淡水缺一不可。我们分为三批，女生们准备淡水，你们负责食物的储备，我去寻找材料，如何？这实话说吧，老刘，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食物了，这几天我们就靠一些树皮椰子充饥。之前那头野猪没有被你们杀死吗？我们死伤惨重，对他无可奈何，最后只能拼命将他赶走。老刘，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把那头野猪干掉？我可以帮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得听我指挥。好的，没问题，我们听你的。再三商议之下，我们决定去营地边缘挖个陷阱，再由我来把野猪引诱过来。凭什么每次都他去？老是做个缩头乌龟，你们窝不窝囊？老刘，你看那边。你们小声点，别发出声响，我绕路过去把他引过来。糟糕，快跑！我真不是故意的，老刘这样怎么办？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左右跳开！太好了，陷阱有效，大肉入坑了。奇怪，流了这么多血，为什么这家伙还精神得很？何飞，你把匕首给我，我有办法对付他。你不会要拿着匕首去跟他搏斗吧？你说对了一半。牛啊，没想到这东西你都想得出来，佩服。野猪的弱点是眼睛、菊花和耳窝，前二者并不太好刺中，因为它现在精力充沛，倘若我勉强去刺，极有可能被它一口咬断长毛。但后者只要我把握好时机，算好角度，把长毛捅进去，一击毙命。就是现在，去死吧！糟糕，这畜生力气太大，半空没办法转向，又掉下去了。刘一，不行，我不能死在这里，我还要给野猪致命一击。刘一，抓住我，快！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没想到征服了空难，抵抗得了饥荒，眼下只差临门一脚就可以回到家里，却在最后一刻死在一头垂死挣扎的野猪身上，我不甘心。啊，我没死啊，这是什么情况？看来是这猪蛮横甩头的时候把长毛撞到墙上，导致长毛彻底插入他的脑子里。哦，我又拾回了一条命。死掉了，我们终于有着落了。刘毅，我拉你上来吧，你辛苦了。你小子命不该绝，赶紧上来。好，那你们一定要抓住我，我还挺重的。在这逐渐冷漠的世界里，人性开始泯灭，然而我并不愿意放弃，或许就是因为还有这一丝温暖在我身边吧。借着狩猎野猪成功的切实在前，杨百春对大家提出了自造木筏回家的想法，但我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有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你说出海倒是说得简单，万一我们在途中遇见了风暴呢？万一食物吃完了我们还在漂流呢？天下本就没有万无一失的事，难道你就甘心一直在这样的荒岛上活着，等着哪天食物耗尽而饿死吗？或许我们会死，但跟荒岛比起来生存的几率更大，只要有一线生机我都愿意去拼搏，我不愿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做个不知今夕是何年的野人。刘毅说的对，我要回家，再苦再难我都不怕，就算死在海上也比在这破岛上憋屈的强。我也要回家。有回家的诱惑在，接下来的造木筏就相当简单，虽然这是一个苦力活，但有希望就有动力，几乎不需要我多说，大家就自觉地担起了责任，分头行动了。我发誓，如果这次能够回家，我一定不再和老婆吵架了。你最好是
这或许是落入荒岛以来所有人相处的最和谐的一次，没有争吵，没有贪婪，所有人的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回家。一二，回家哟！别了，小岛，我们要回家了。别了，小岛，小心！出师不利啊，这。到了夜晚，海面温度会降低，最好趁现在太阳大，脱下来晒干，不然感冒就不好了。好了，找到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就等着杨流送我们回家吧。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回去我要吃鲍鱼、龙虾、大闸蟹。快看，前面有个新岛屿，没想到我们运气这么好，出来半天就遇见了新的岛。不对，这个山头看起来也太眼熟了，这压根不是什么新岛，而就是我们刚离开的荒岛，我们滑回去了。什么？老刘，会不会是你认错了？我在荒岛山头待了那么久，不出来才有鬼了。都别愣着，换个方向继续滑。木筏没烂，食物没吃光之前不准回头。想让我留在荒岛上，没门。这已经是第十次了，每次滑到一定的地方就会送回这破岛。刘毅，我们真的再也回不了家了吗？十次重返荒岛，这也太诡异了，难道我们遇见鬼打墙了吗？啊，怎么开始下雨了？不好，快往回滑，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啥？这可完全来不及啊！完了，谁来救救我？我还不想死啊！大家抓稳了，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奏。别慌，抱紧木桶，我带你们上去。必须得趁暴风雨变大之前，赶紧把他们带上去。眼下恐怕大家都丧失了信心。凭什么我要待在荒岛上？老天，你不公平！出海前还是好好的二十一人，经过莫名来的大浪席卷，现在只剩下十二个人了。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岛上生活一辈子吗？老刘，现在怎么办？你快出出主意！抱歉，我也只是个男人，你们自己想办法。从今往后，好自为之。走吧，我们先回去。菲儿，来，喝药了。我不喝。我们在海上来回了十次，十次都出不去这个破海，喝这个还有什么用？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我也累了，不想动了。关小飞，因为回不去了，所以受到挫折就不想活了吗？我告诉你们，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寻找出路，绝对不会放过回家的任何一条线索。以前是，现在也是。如意，你别生气，我以后不这么说了。我怎么能不生气？是我没保护好你们，是我没用。不是的，你为了保护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我们喝，我们要活下去。当初骂了小飞，事后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但是没想到小飞竟然第一个恢复了起来，还帮着我去照顾其他人。原来你在这里啊，刘毅，我这几天真是找你找得好辛苦啊。杨百春，他不在营地照顾幸存者，来这里干嘛？杨百春，你来干什么？不来干什么，只是来感谢你为我们找到食物而已。怎么，杨机长已经彻底不装了，开始明抢了？果然你刘毅是个聪明人。这样吧，看你求生这方面懂得也挺多，今后你跟着我混，我留你一条生路。跟你混？你想得美。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能容忍得了曾经你百般巴结的对象做你的下属？想让我帮你没门。那就没办法了，上吧。双拳难敌四手，对方人太多了，看来是有备而来。刘毅，你混蛋，你们没有人性吗？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抢人。人性？现在还跟我谈人性？反正咱们也离不开这破岛，估计别人也进不来吧。这里没有法律约束，我自立为王又怎样？白日做梦，我看你简直畜生不如。
来得好，我早想跟你小子算账了呀。奇怪，我怎么感觉他的速度变快了一些？刘毅，你就在这里待着吧，我要回去了。刘，救我，尼尔斯。杨百春，这是你逼我的。你居然真的敢对我们下手。我数到三，再不放他们我就屠了你们所有人。一二，老刘，不至于整出人命啊，咱们有话好好说。三，别，我们放人。刘毅，滚出我的视线，别再让我看见你。我这就滚。虽然今天是我占了上风，但按照杨百川的性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为了菲尔他们，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恐怕得再次搬家了。石洞距离他们太近。搬，必须搬，离得越远越好。我们能搬到哪里去？你有更好的地方推荐吗？还记得之前死掉的野猪吗？之前我去的时候发现他在居住的地方藏有一个小巢穴，那里不仅离水潭近，而且食物采取也十分方便。只要过去找到他的巢穴，再做一些装饰，就算有人走到面前了也不一定能看出来。的确，那里是个很好的藏身之所。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果然如我所料，这里还真是足够隐蔽的。等等，先不要进去，有动物要跑出来了，你们先退后，我来解决。刘毅，小心。虽然野猪已经被我干掉好几天了，可这里仍然还有新鲜的野兽活动足迹，看来今晚可以吃顿好的了。既然是只柴狗，看来我们有大餐了。好耶。我怎么忘了柴狗是吃腐肉的？野猪之前杀了不少杨百春那里的人，现在看来应该是把人拖回这里当储备粮了。需要我们帮忙吗？里面的情况估计很糟糕，我得先进去清理一下，你们在这里等我下吧。恐怕在里面还混有不少人类的尸体啊，为了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我得先进去看看。要不我们换一个地方吧，这也太恶心了。不，今后说不定我们要常住在这里，为了长久发展，我们必须克服。哇，外面看起来很小，没想到里面却很大。我们赚了，谢谢你，刘。今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得亏我忙活半天把洞穴打理干净，生烟除臭，不然这个洞穴还真没法住。好了，我该出去找食物。不，今天你留下来看家。你为我们忙了这么久，今天的食物就让我们去吧。哼，别误会哦，我只是想吃点好的。你就听我们一回吧。你们，好，我信你们。在这样的绝境之中，有这样的队友在身边，真是太好了。菲儿。刘毅，我害怕，我睡不着。别怕，我在呢。虽然白天没什么，但这毕竟是死过人的地方，菲尔怕也是理所应当。刚刚那是哭什么？不会真的闹鬼吧？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好像是赫菲的声音，难道他们那边打起来了？怎么叫得这么大声？你们好好在洞里待着，我出去看看。声音越来越清晰了，他们来这儿干嘛？难道岛上还有其他的洪水猛兽？这难道是传说中吃人的土著？他们在对这个女人说什么？阿爸爸，阿爸爸，大哥，我真的听不懂您的意思，求求您放过我吧。杨百春啊，杨百春，平时仗着身份和小聪明四处偷奸耍滑，现在恶人自有恶人磨，你的报应来了。啊，什么情况？我的手心在刺痛，这个是什么？
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感觉。如果这畜生的目标真的是我，那营地内的菲尔他们不就危险了？必须想办法把这头畜生干掉。我天，这是什么手段？他们居然能克服地心引力，难道他们是传说中的神仙？这也太荒唐了。看来这个荒岛还存在一些我们人类根本不了解的事物，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得尽快回去把这一切告诉菲尔他们。此地不宜久留。什么？你说你遇见神仙了？切，为了不让我们害怕，你就编这种骗小孩子的故事哄我们？你真当我们傻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小心点。我有种莫名的预感，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来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妈，你们先待在原地，我去把洞口堵上。该死，看来我还是晚了一步。这畜生要是跑进我们营地里来，绝对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面对嗅觉强大的野兽，再怎么掩盖也无济于事，而我只希望这些石头能够把它挡在外面，救我们一命。这个给你，一会儿要是他冲进来了，你就直接砍死他。交给我吧。该死，这畜生就在洞口外，他难道不怕痛吗？我搬来的这些石头少说一块也有几十斤，居然被他这么轻易地撞落下来，这得多大的力量啊！这畜生的毛这么厚，我手里的斧头根本奈何不了他。再这样下去，他迟早会冲进来。有了，快给我拿几根烧着的柴火过来。毛是他的防护壳，但也是他的弱点，想要逼退这畜生，只有用火烧他才行。米尔斯，快退回去，来得正好，看我不烧得你嗷嗷叫。刘毅，要不我们搬去别的地方吧，我怕他还会再来。不行，这个时候出去就是送死，看他的模样，嗅觉应该十分灵敏，就算我们去其他的地方也会被很快追踪到。刘，部队里应该有训练反警犬追踪的技巧吧，这些有没有用呢？还真有，谢谢你了，米尔斯。趁着这怪物还没缓过劲来，我们赶紧离开。我们不是逃命吗？你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玩泥巴？你看见这条水潭了吗？这条水潭通往了很多地方，而水潭底有着大量淤泥，为了逃避那怪物的追捕，现在我们必须用淤泥把自己全身裹起来，只留出气的鼻孔就行。水这么凉，泥巴这么脏，我才不要。这由不得你，现在情况特殊，一切都只能自己克服。野兽可不会在乎这一切，他只在乎到嘴的肉。我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那黑纱女人出现得太诡异了，在这种非自然的力量面前，我们弱小的人类能做出什么样的反抗？刘毅，你快看，不如我们去那边山谷看看吧，那边我们还没去过。就算那神秘女人会飞，也看不到山谷里的情况，这无疑是个很好的躲藏地点。好，就到那边去，先躲一段时间，再搬去更好的地方。小心点。大家跟上。这个地方太美了，我不是在做梦吧？荒岛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景色，大家快来看，有小溪。这里居然有天然淡水，看来我们今后的水资源不用愁了。这水居然是热的，既然这里有天然温泉，那还等什么？终于可以洗澡了。你们胆子可真大，也不管水里有没有危险就往里跳。这泉水干净的一眼就能看见底，安全得很。你们先泡着，我去摘几个果子。我跟你一起去吧，我待会儿再泡。这里居然还有这么多野果，不知道吃了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按照植物的特性来讲，果子是用来传播种子的，如果吃果子的鸟儿都死掉了，那这样种子怎么传播出去呢？你就别担心了。不愧是苏老师，学识广阔，真是天然的果香。
这也太好吃了吧！这到底是什么水果？刘毅，你吃毒食是不是？快跑！刘毅，怎么了？刚刚那个声音是什么？先别管那么多，你赶紧去带着小飞他们躲起来。我想办法转移那条蛇的注意力。这么大个家伙，足以轻松吞下一个活人，就算我有消防斧，也与他抗衡不了。得想个法子。有了，我可以用这种荆棘树做个陷阱。这种荆棘树既坚硬又有韧性，人被刺中都会又痒又疼。如果运气够好，蟒蛇经过的时候就会触发这个活扣，荆棘树就能够直接把它弹进去，扎得透心凉。来得正好，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事了。哼，小燕儿，就算你再厉害又如何？我们人类可是高智慧群体，你是斗不过的。刘毅，小心！方玉林拉满，这还怎么玩啊？这么大的蟒蛇，刘毅一个人肯定对付不了，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该死，这个地方连个能用的武器都没有。这是刘毅，往这儿跑，这里有条路。这里全是绝壁，跑这里不是死路吗？不，你往里面看。居然是人造建筑，看来我们有活路了。先进去。他走了。看来我猜的没错，这条蟒蛇应该是这屋子主人养的宠物。什么宠物？蛇喜好潮湿，一般来说不会去那么明媚的地方晃悠，而距离温泉那地这么近的地方就有个人为建筑，我只能赌一把这蛇是家养的。而我们进入了房间后，蛇没有任何发动攻击的样子，看来刚才我们会被追杀只是因为他想要驱逐外来人罢了。你说的都有道理，可是这个地方真的会有人住吗？这不是那个神秘女人吗？难道这里是她的地盘？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要闯进你的屋子，主要是那条大蟒蛇太凶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糟糕，也不知道这女人听不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八嘎一麦拉艾特包拉伯艾特丁西，不管她听不听得懂，反正我听不懂她说啥。难道他要直接对我们动手，像杨百春那样？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好快，这下完了。刘毅，动不了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定身咒吗？刘毅，你怎么了？什么情况？我突然能动了。Hello。你们听懂了吗？没。米尔斯，你们这说的是哪国语言呢？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我恰好在一本古书中学了一点。那你告诉他，我们无意冒犯，希望他能放我们离开。好，我试试。刘毅，他说要看看你的右手再做决定。看我右手，这上面有什么？这女人的手劲这么大吗？Sakarin, Adamina, Sarah, meet you and to hand it to you。居然比上次还痛，这到底是个什么 ？Anda， 什么情况？米尔斯，你快问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希波罗神王烙印，
而你就是被烙印选中的神选之子。什么？哎，这个希波罗神王是什么？神选之子又是什么意思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会有这样迷信的思想？哎，快问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啊。他没开玩笑，希波罗神王是十大神王之首，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你被烙印选中后，有机会得到希波罗神王的传承，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我拿到烙印只是意外而已，我没有必要一定要相信他说的一切。可是他的所作所为都那么不可思议，难道我真的成为了神选之子啊？他说不是每个拿到神王雕印的人都能获得印记，看来你真的是天选之子了。天选之子又怎样，还不是被他用怪兽追杀，他还让手下把杨百春抓了呢。追杀我们的怪兽是他放出来的，他这不是要我们命吗？我只是让他来找你们，没让他下杀手，是你们太慌张了。至于那些和你一样的人类，他们被抓去做了土著人的奴隶，这个跟我没关系。土著人？这里真的有活人生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了？好吧。那你可以说说你叫什么名字吗？我叫梅伊，暂时是一个部落的守护神。梅伊，能让我们看看你的脸吗？虽然听不懂，但看他这样子，是在问我确不确定吗？呀，这也太漂亮了吧！漂亮到我连嫉妒心都生不出来。梅伊说：“你看了他的脸，你就得对他负责。”喂，别动我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一套啊！再漂亮也不能当饭吃啊！想要成为梅伊的男人可没那么容易，你必须得接受希波罗神王的传承才行。如果你做不到，到时候他会亲手杀了你。没有必要那么当真吧？我真的只是好奇而已。怎么了？他说什么了？他说要带我们离开这里，去部落。妈呀，我二十多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碎了一地啊。为了今后方便，我给你们施展了沟通法术，今后有事可以直接沟通。法术还能充当翻译机？这也太万能了吧。感觉我失业了呢。这难道就是小说里说的结界吗？穿过的感觉好诡异啊。看来之前我们没有发觉部落的存在，是因为被结界隔绝了。部落到了。刀耕火种，看来结界不仅隔绝了生活，还隔绝了人类的进化。快看，是守护神大人来了。欢迎守护神回归。守护神大人，这难道是您给我们带的新的奴隶吗？哎呦，这批货可真不错呀。什么奴隶？我可不是来这里做奴隶的。不，他是我带来的使者，今后将会长期在部落里生活。原来是使者大人呐，还请您原谅我的冒犯。哼，这还差不多。看起来所谓神选之子的身份还是有用的，有梅姨的庇护，接下来我们的生活就不用愁了。不过他们四个我不负责。什么？为什么？他们跟我一伙的，以你的能力多保护几个人应该不成问题吧。原则上来说，我只负责你一个人的安全。如果你想救他们，那么不好意思了。来人，把他们都关起来。是大人。你们想干嘛？接下来我还有事，就不奉陪了。你在这里好好考虑清楚。什么？等等，跑得还挺快的，这梅姨该不会在整蛊我吧？这下可不好办了，带着他们四个逃跑很难不被发现。这哪来的焦味？该死，我们的草屋燃起来了，大家快出去。来人啊，救火啊。使者大人，你们怎么能不小心把火种带进去了呢？这是我们刚建好的房子。这不是我们烧的，看燃起来的位置应该是有人故意点的。部落人和我们素不相识，我又有使者身份，谁会故意为难我们？使者大人，我抓到犯人了。我看见他拿着火把鬼鬼祟祟的在旁边，应该就是他放的火。
杨百春，居然是你！你还有人性吗？竟然想直接烧死我们！对啊，我是想烧死你们。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我看着就难受。大家都是幸存者，凭什么我们被抓去做了奴隶，你却高人一等，受着他们的伺候？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就你做的缺德事，当奴隶都算便宜你了。使者大人莫气，这样的恶奴应当由我们来替您惩罚。来人，将他鞭刑致死。不，不要，我还想活下去，你们别靠近我。哼，终究是欺软怕硬的一条狗，我早就不该对你心软。啊，报告，是敌袭。敌袭？这里还有其他部落？杀！该死，怎么说打就打了？梅姨不是自称守护神吗？人呢？这些土著人个个肌肉发达，肉搏绝对没有生路，我们得逃。使者大人，这里赤干部落明显是听了守护神大人离去的消息才肯公然袭击，小的实在无法保证您安全，您拿着这个快逃吧。这个味道是火药，没想到他们居然拥有了制造火药的材料。刘毅，我看那些小孩子都在往这条路跑，我们也跟着逃吧。不行，我们人数众多，在熟悉环境的当地人看来就是活靶子。这样吧，我们分散逃跑，隐藏自己的行踪，确保没人跟踪的时候以正东方向为准，在太阳升起的那座山头汇合。嗯，我相信你们，你们跟了我这么久也学到了很多，不会轻易的落入敌人手中。我会加油的。你在跟谁说话呢？放心吧。已经跑得看不见火光，这样黑的环境，就算他们土著人势力卓越，也不一定能找到我们。现在就等天亮，再去山头和他们集合。啊！这声音是米尔斯的，难道他出什么意外了？快说，东西在哪里？放开我！你们说什么？我听不懂。可恶，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把人给我放了。刘毅，没想到我们要的东西竟然在你身上，把东西交上来，我就放你们走。哼，东西？原来他们攻打黑塔部落，为的是这个火药。看来不是每个部落都掌握了做火药的材料和技术。为了米尔斯的安全，我只好先牺牲掉你了。他们人数众多，我和米尔斯很难突出重围。眼下唯一的生机，只有……既然你们想要，就自己去拿吧。快接住，不能让他落地。报警了。幸好这个悬崖不算太高，下面又有池子垫底，这才让我们逃出升天。我玩了那么多极限运动，还是第一次叫出了声。谁？梅姨，你怎么在这里？以你的本事，谁能伤到你？我虽是守护神，但并不是无所不能。黑塔部落受袭的第一时间，就有一名高手出面重伤了我，若非我有绿灵珠，早就死在了他的手上。绿灵珠那么有用？那你说我那个什么神王印有没有变强的方法？我的修炼方式并不适合你，你得去寻找专属你的传承。说的简单，我得从哪里寻找传承啊？等你拥有好的身体，自然会有传承被你吸引。相信你也发现了，神王印正在慢慢地改变你的身体，只要你好好锻炼，会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我就说，为什么以往感觉不适的活动，现在跟喝水一样自然？哦，原来是这样。我说为什么大灾大难后，我感觉不到一点不适？糟糕，忘记要去约定地点找他们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遇到危险。走过去太慢了，我送你们一程吧。他们没有走到这里，难道他们也像米尔斯一样被人抓住了吗？是我低估了赤干部落的实力了，没想到这里的土著人都那么敏锐，他们恐怕已入圈，我就不该放他们自己跑。别着急啊，刘，他们在你这儿学了那么多东西，肯定不会有事的。不行，我不放心。美姨，你知道赤干部落的所在地吗？我想去看看。
好想法，这说不定对你是一种磨练。我可以画一张地图给你。这次行动危险，我就不能带着你一起去了，你就跟着梅姨行动吧。嗯，刘，你一定要安全回来，我会乖乖等你的。好了，我现在就出发。好家伙，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你们居然搁这里吃席呢，这是不是也太儿戏了？哼，感谢你们白送的入侵机会。现实土著刘毅登场，菲儿、林玉、苏英，我来了。那个建筑和这些草屋风格不同，一定有猫腻，我去看看。这里应该就是门了。这哪里是房间啊？这不是一座坟场吗？你们赤干部落玩得这么刺激吗？这里没有丝毫的人气，看来菲尔他们不在这里。啊，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等等，我在干什么？我居然不自觉地想要去抚摸这个诡异的柱子，难道它跟我的神王印一样是非自然力量？不行，此地不宜久留。你是何人？来这里做什么？你又是谁？鬼鬼祟祟躲着不肯现身。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还敢到这里来，看来你不是赤干部落的人。我只是个不小心掉进来的外乡人，我这就离开，没有第一时间对我下杀手，说明我还有周转的余地，得赶紧离开。不管你是什么人，既然你来到这里，就该做你该做的事，不然我就杀了你。你想让我做什么？很简单，你看见石柱上的图腾了吗？只需要把手放在上面就好了，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了，我可以给你一些好处。倘若真的有什么好处，怎么可能用怪兽来威胁？想必这些尸骨也都是因为做了这件事。别墨迹了，要么死在里面，要么按我说的去做。行，我做。怎么回事？我的手居然收不回来了，它像是在吸取我的什么。这鬼柱子到底在吸什么？为什么我感觉越来越累了？难道他在吸取我的生命力吗？我明明是来找菲儿他们的，却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菲儿、凌月，我不甘心，莫名其妙掉落到这个鬼地方，得到了神王印，却左右不了自己的人生。我想活下去，我想和你们一起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服输。好舒服啊，感觉一切都回到了我的身体里。难道我在吸收图腾里的能量吗？啊，居然是神王印，看来天要我活着，我的机会来了。啊，我助你开印，你帮我做一件事情，现在别分神，我向你承诺不会再害你，继续吸。我就信你一回。我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涌入了我的身体里。看来你开出了力王印。正常说，开出力王印概率相当的低，但它又很频繁。虽说你开印速度极快，但力王印确实太一般了。我不嫌弃它，力量是否强大，不在于力量本身，而在于使用者。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很简单，我需要你去调动神印推倒它，图腾柱的力量被你吸光后就毫无作用，正好可以拿来试试你的新力量。调动神印是这样吗？我只是轻轻推了一下，怎么全倒了？你帮我逃离了柱子，我帮你成功开印，这下两清了，接下来的事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两清？接下来你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人把图腾柱弄倒了，大家快上啊，扶住他。别
原来你把我当做诱饵了，你这个卑鄙小人！杀死他，用他来祭天。来得正好，你们欺我黑塔，我拿你们来试刀，很公平。虽然把他们都收拾了，但只用了10分钟就感觉到劳累了。看来梅姨说的多加锻炼是真的。老实回答我的问题，你们袭击黑塔部落的时候有抓过女人回来吗？没有，我们本来想抓女人的，但是有好多女人都被江氏部落的人带走了。江氏部落，看来昨晚袭击黑塔的不只有赤干，有必要去一趟江氏部落了。哎，好无聊的日常，都没有刺激一点的东西出现吗？我的亲姐姐，你这哪里是无聊了，你明明是寂寞了吗？哪有啊，我只是更喜欢突发事件罢了，比如天降帅哥什么。啊，谁在那里？嗨，你们好。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这么俊的小哥哥啊。艾莎，这次可不能让你吃独食了。是，这两人该不会是什么山精野怪吧？看他们挺好说话的样子，试着沟通一下吧。两位美女姐姐，我身上不仅没有几两肉，吃了也不会长生不老啊，你们大发慈悲，吃点别的吧。小哥，你说话真逗，人肉又干又涩，有什么好吃的？像是像小哥哥这样的男人，我们可有其他用途。这还叫不吃人啊？算了，他们看起来没有敌意，应该只是和我开玩笑，还是办正事要紧。两位小姐姐，向你们打听个路，你们知道江氏部落在哪里吗？啊，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原来是冲着江氏部落来的，就把他带回去吧。也对，既然是我们的敌人。敌人？难道你们是江？今天捡了个好男人，回去庆祝喽。只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点力气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就让你们做一回免费马夫好了。好结实的肌肉，姐姐，你说他能耕多少地，种多少粮食？今后你我姐妹俩的地位肯定非同一般。这两个女的还真想把我拐来当奴隶啊！看来这个江氏部落是个以女人为主的部落，菲儿如果真落入他们手中，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啊。族长，你怎么来了？族长，我听他们说你俩抓了个极品男人回来，所以来看看。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了？没想到你们抓回来的这男人和我们先前抓回来的女人穿着风格如此相似，看来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呢。你说的正是我的同伴，你把他们怎么了？狡猾的男人，这就不装了，他们虽是女人，但却都是外来者，这样的人当然只配做我们的女奴。女奴没有人权，和你现在的地位差不多。倘若我没拿到厉王印，我现在恐怕正为了菲儿他们的安全委曲求全，可如今不同了。小心！所谓的人权自然是强者才更有发言权。江族长，你不用这样害怕，相信你能看出来我与其他男人的与众不同，我不会做出任何威胁的举动。哼，说得好听，你现在这番举动何尝不是威胁？不，我只是想和你做一件交易。相信族长，您是个识时务的人，我帮你一件事，你放了我的同伴们。其实现在的我完全可以端掉整个江氏，可我不能保证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地伤害到菲儿。再说了，灭人一族也不是我刘毅的性格，有时候利益才是连接人类关系最好的纽带。我凭什么信你？就算你本事滔天，也只不过是一个……如果我说我能帮你做火药呢？我不仅会做，还会告诉你们它的制作方法。怎样，这个交易不错吧？你居然有神的祝福，这桩交易我们同意了。我相信您还能有更多的本事，您要是不嫌弃可以留下来，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族长大人，您刚才可不是这样的态度，贿赂对我来说是没用的，还是麻烦你公事公办吧。哼，没情趣的男人，等着吧，我这就去带您的同伴过来。族长大人，你慢走。
没想到江氏部落的族长居然如此能屈能伸，还好他同意了我的交易，这一切多亏了沈王爷。谁能想到当初我那么嫌弃他的出现，如今却变成了我的武器。大人，很抱歉之前袭击了您，希望您能原谅我们。我是自愿被你们抓回来的，也算是互相利用了，不必这么客气。你们今后叫我刘毅就好。真的吗？那我们不客气了。没想到我随手捡的男人居然是神的代言人。刘毅哥，你居然唬住了我们族长，我可太崇拜你了。神的代言，这话说的也太重了。对了，既然咱们部落的贵宾，自然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舞会了。什么舞会啊？等等，你们要拉我去哪里啊？舞会是每次收获之后的庆祝仪式，是我们江氏部落的传统了。他被美中了呢。哟，这不是爱家姐妹吗？听说你俩弄回来个男人，原来就是这样的货色，这还不如我家的呢。丽水，你是不是被你家男人拒绝了，才跑这里来找场子？估计是族长大人还没放出正式消息，他不知道您就是神的代言人。伶牙俐齿，男奴还是得强壮点的好。秋葵，去教训一下那个小白脸。嗨，你输了。秋葵，不可能，这样的弱鸡不可能战胜我家男奴，一定是他作弊了。死鸭子嘴硬。你确实很强，不过作为男人，我们可以比的东西还很多。哦，你想怎么比？当然是比谁获得的女人呼声最多。秋葵好强大，徒有肌肉又有什么用呢？最重要的还是得有脑子呀。这位的肌肉却更加结实，手感一定很好。一个有点肌肉的小白脸有什么好的？人，我给你带来了。刘毅，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不是发誓会保护好我们吗？你个大混蛋！已经没事了，我来了。稍微晚点再叙旧吧，今天天色已晚，该休息了。今天破例让你们享受一下我们江氏特产的温泉吧。还是族长你贴心啊，没想到江氏部落居然有如此圣地。这还是我空难后第一次这么放松呢。哎，对了，你们是怎么被抓到这儿来的？我们逃跑后原本准备绕路回来的，谁知正好遇见了江氏部落，所以就被抓了。还好江氏部落是女生做主的部落，不然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们了。我这不是得知了你们的下落立马就来了吗？放心吧，不会让你们再离开我半步了。不过看你们还挺喜欢这个部落的，要不咱就留在这里。哟，这么好心，那要不要奖励你点什么？你想干什么？我们决定犒劳你。温泉配按摩能缓解疲劳。你们有他们的陪伴，这些日子的奔波再苦再累都无所谓了。不过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我必须得露出足够的能力才行。快看，神使大人出来了。他手上拿的是什么？是火药吗？哎呀，这人多的我都犯密集恐惧。你不是说做火药吗？这两天你就忙活做出了个什么出来？我免费给你升了个级，别看他小，他威力可大了。族长大人，我作证，这玩意可厉害了。就跟了他两天，这就背叛组织了？艾米是江族长派来的外交官兼助手，制作炸药的时候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小丫头实在活泼得很呢，导致我背后一直有可怕的三道激光，光说也不知道效果。你亲眼目睹吧。这是什么神器，居然有如此大的伤害力？这是火药的衍生物，点燃后会直接爆炸，我们都叫它炸药。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神迹啊！神使大人厉害，神使大人厉害。族长，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感情他是靠着这个给我造势，卖我个便宜呢。既然江族长现在见识到了我的实力，那么我就借此机会和族长谈谈接下来的合作好了。你们打算留下来？我的同伴们都很喜欢这里的气氛，为了他们今后的生活，我肯定是选择和族长你继续合作。你给我们提供生存场地，我给你们提供知识技巧，如何？你果真看出来了，
我们部落的现在的困境，我们除了主事的都是女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守护神，这就导致我们往往面临的困难会比其他部落的要大。倘若你真能解决我们的困境，留你一辈子也无妨。对于这个，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们完全可以去学一下农耕文化。什么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就是以农业为主，狩猎为辅。我们首先要开垦出一片片土地，将一些食物种子种起来，比如你们常吃的红薯。这简直就是为我的部落量身定做的文化。刘毅，你慢点讲，我要记下来。我再给你画一些农具，有了这些效果会更好。先前的我都可以无条件配合，但这个铁器恐怕不行。这个铁器目前只有铁甲部落的工人才能做出，但是他们的要价相当的高。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男人。什么？这里还有搞基部落？他们才不搞基、他们要男人来采集矿石，采集矿石可是个辛苦活，所以他们就大量收买精壮的男人为他们干活。只要能弄到矿石地点，我们自己去采都行。只是农具，看来还得去铁甲部落一趟。铁甲部落距离我们这里有100多里，现在立马出发的话要步行一天。什么？一天？玉玲，你们怎么出来了？哪有你一个人在外面忙活，我们在里面安心享受的道理。不过那么远我们也起不到作用，还是留下来帮你完善那什么农耕改革好了。我看你就是懒得走。烦死了，就你有嘴。别忘了我的学业在你之上。事不宜迟，现在就收拾出发吧。族长大人，你就留在这里主持大局，玉玲他们会帮助你的。行，那我就听神使大人的了。合作愉快。因为江美阳留在了部落，这一次便由艾佳姐妹带队，因我的关系现在已经是小队长级别的人物了。刘毅哥哥，看那里就是铁甲部落。不过话说回来，这群人的脚力还真是夸张啊，要不是我的身体有了质的飞跃，估计早累死了。哟，这不是江氏部落的人吗？又来换铁器了，这次你们带来的货物都还不错，尤其是这位美女，待会儿我就向族长申请要你好了。铁坤，你误会了，这一次我们不准备拿人换铁器。你是来搞笑的吗？不用人换，难道用你们背上的竹筒子？这样的东西外面山上多的是，我懒得跟你废话，要么把人留下，要么直接滚蛋。给他的颜色，他还开染房了。队长，让我上吧。哟，还想闹事？女人活捉，男人打扮死丢奴隶窝。铁坤，你是想和我们江氏开战吗？就你们全是女人的部落，真当我们铁甲害怕？我们动起真格来，你们那什么江族长也不过如此。先拿下你们，再对付僵尸。欺人太甚，真当僵尸部落没人吗？就让我来教教你怎么待客。来，继续。惹谁不好，惹刘毅哥哥，自讨苦吃。抱歉，各位贵宾，是我们招待不周了。我是铁甲部落的族长铁骑，还请大人原谅我们的冒失，我替他们向您道歉。看来铁甲部落还是有明事理的人。族长，闭嘴，不要为了私人情绪破坏部落近郊。不知江氏部落这次想要什么样的铁器？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定做2样农具，不过需求量有点大，每样至少100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准备的货物够吗？当然够，我直接给你演示会更有说服力。劳烦你带我们去一下你们的矿场。我明白了，请往这里走。哼，就一些小竹筒，至于这么装神弄虚的吗？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丢脸。这是特制加长炸药，它的用途十分广泛，不仅可以开辟矿山，还可以用来打仗。只要用火种点燃它的引线，它就会爆发出极其强大的力量。只要把炸药放在你们想要开辟的地方，再用火点燃它就好了。
各位站远点，避免误伤。这小小的东西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这是何等的神迹啊！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东西，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交易分享，谁知道铁坤非说他没用，不仅让我们回去，还要打死我们。什么？竟然还有这事？不，族长，你听我解释。还敢狡辩？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走吧，大人，我这就回去准备锻造，争取早日完工。有劳族长了。农具的事情先告一段落，不知道江氏那边地皮做得怎么样了。神使大人带着铁器一起回来了。你可算是回来了，我想死你了。菲儿，几天不见，你怎么黑了不少啊？我和姐姐这几天帮忙把土地开辟成功，还播下了种子，黑一点可是我劳动的象征。没想到他们这么能干。不光是我，苏云也在养殖方面也帮了很大的忙呢。姐姐另外还开了个美食培训班呢，每天的饭菜都好吃了许多。不错嘛。啊，黑云，看来接下来要下大雨了。不，是黑雨季马上要来临了。黑雨季？黑雨季跟普通的雨不一样，它维持时间长达两三个月，身体弱一些的人很难撑过去，而且我们还没有守护神，情况只会更糟糕。我刚好认识一名女性守护神，只要你不介意，我可以帮你说服她成为江氏部落的人。刘是不是已经忘了我？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找我们？因为有梅姨的关照，这段日子我们过得相当安静，可是没有刘毅在，生活感觉就没有了意义。米尔斯啊，娘，真的是你，我差点以为你不来了。说好了会来接你，怎么会食言呢？哼，走吧，和我一起去新的部落。看你的气息，你已经开印了。是的，我路过赤干部落，吸收了图腾，获得了力王印。力王印虽是神印中最一般的一种，但对现在的你来说已经足够了。走吧，你来带路。没想到梅姨这么简单就答应了。啊，喂喂喂，还真当你是打飞的啊？好歹说一声啊。快看，那是不是神使大人？神使大人居然真的说到做到，为我们带来了守护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高大形象一下子就没有了，真怀疑梅姨是故意的。拜见守护神大人。感谢大人降临。感谢大人降临。土著人对神的崇拜心理也太严重了，虽然梅姨的确很神奇，但是在我眼里还远远达不到神的地步。不好了，刘毅哥，艾米不见了。什么？下午就没看见他了，我找了一圈也没看见他的影子。黑雨季马上要来了，他可不能在这个时期出事。你们今天有谁见过艾米吗？回大人，没有。都没看见，难道艾米自己跑出去了？不对啊，我今天才看见了艾米，他……你们知道什么？艾米在哪里？我……大人，小女眼神不好，可能是看错了，您要不再在部落里找找，说不定艾米没出去呢。不可能，艾米如果在部落里，绝对不可能一天都不露面。宁可扑空，不可露场。说，你们在哪里看见的艾米？唉，不是我们不肯说实话，是小女看见的人不确定是不是艾米。况且赤眼沟相当危险，我是怕大人过去了受伤害。赤眼沟是个什么地方？赤焰沟是一个遍布火焰、危机四伏的山谷。如果艾米真的去了那里，恐怕已经凶多吉少。这段时间以来，艾米一直陪在我身边，帮我做事。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好助手了。赤焰沟再危险也得去一趟。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赤焰沟找艾米。算我一个。如果艾米真的在里面，他现在一定吓坏了。你在哪里？听得见的话回姐姐一声。好浓的沼气味，难怪这里叫赤眼沟。艾米，别吓姐姐了，
出来见姐姐好吗？安妮，只要你出来，我可以再教你些其他的本领。别恶作剧吓姐姐了，那里有声音，看来艾米真的在这里。奇怪，神王印怎么在发烫？难道里面有什么其他的存在啊？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是夜道幽灵。啊！厉王印，开！你是什么幽灵？别想动我的伙伴！该死的贱民，我要吃了你！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东西？居然还会说话！万物皆有弱点，虽然这东西长得黑漆漆一团，但显然没有很强大的防御，我不能恋战。受死吧！快逃，这里地形对我们不利，不能让他追上来。好，我们被包围了，往这里走。都愣着干什么？先追呀！呆头呆脑的，眼睛不需要全给我好吗？跑这么远了，应该追不上来了吧。今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这里还有这样怪异的东西。艾莎，夜岛幽灵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族里的记载里看见过这东西的画像，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画像？看来回去得问问江美阳和梅姨。这声音是刘一哥吗？刘一哥，艾莎姐，艾米。我的傻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往这里跑？多危险啊！伤势严重，得立马回去治疗。咱们现在就带你离开，有水的地方就有出口，我们顺着水边的路走。艾米，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回家了。想跑哪里去？幽灵不发威，你当我是小章鱼呢？看来我小瞧你们这些精灵了。艾莎，你带着艾米先走，我来断后。都别想跑，今天你们注定成为我们的盘中餐。可恶，没了火光，这群家伙似乎更加敏捷了。为了艾米艾莎，我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学着调动身体里的气，去释放最强大的力王印。就是现在，去死吧！哼，一群欺软怕硬的家伙，看来我误打误撞打到了他们的弱点。这是什么？这玩意居然还爆装备，那我就不客气了。看来这玩意相当于神王印的专属增幅药啊，这样再来一群我也不怕了。既然它能增幅我的神王印，说明它跟希波罗神王所在的世界有一定的关联。就跟梅姨一样，回去问问梅姨好了。啊，太好了，你们安全逃脱了。刘一哥，你说说你，黑雨季马上来临，你还一个人跑来这里冒险，你知不知道艾莎多担心你啊？不，刘一哥，你听我说，我是被人绑架来的。谁敢绑架你？姐姐帮你做主。是苗芳芳，他们绑架我，要我给他们做火药，我不肯，所以就被他们丢到了这里。竟然是他，难怪他当时那么紧张，竟敢为一己私欲伤害同族。走，我们这就回去收拾他。他们就住在这里，还想逃跑？没门！你们居然活着回来了！托您的福，看来你是知道赤焰沟的风险，才透露出消息引我们过去。发生什么事了？这就得问问你的好族人了，问他绑架艾米做炸药是干什么。族长大人，饶命啊！这都是我老公想出来的办法，跟我无关。哄骗艾米可是你带头去的，你推脱不了责任。我的责任？都是你出的主意，我才会去骗艾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次打算和其他部落交易江湖。我堂堂男子汉，难道会因为一时的收留之恩，心甘情愿地过这种女尊男卑的日子吗？我本想邀请你刘一一起离开，谁知你竟然如此享受这里的生活。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抓走艾米，去其他部落换取更好的生活。都是他说漏了，把他卖了也算对得起他了。够了，不管是男尊女卑还是女尊男卑，这都是一个社会必须要经历的一段过程。既然已经选择生存在这里，与其想着靠着不光彩手段谋取其他的生路，不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江红本是族内好手，才被族长赐姓于江，你们自己不行，不要说他也不行。艾米，
当初好心收留你们在江氏部落，没想到这反而是我们不对了。从今天起，苗芳芳一族除江红以外，统统驱出江氏部落，一切与江氏部落友好的部落不再收留两人。希望你们能成功度过黑雨季。不，大人！江美阳过来的时候不见他们害怕，现在竟然这么恐惧，这让我对黑雨季越来越好奇了。没想到黑雨季竟然如此荒谬，像是吸取了万物的生命力，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但我并没有感觉那么寒冷，不像菲儿他们。难道是因为我有神王印吗？不知道为何，我心底总有一个感觉，这阵黑雨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这黑雨化为了气，涌入了我的身体。看来你已经明白黑雨的秘密了。你感受到的气其实就是魔力，只有开启神印的人才能吸收魔力，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讲，黑雨几乎是致命的。原来如此，你来得正好，我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我能感觉出你来自不一样的世界，我想问你，那个世界的人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放出黑雨和夜道幽灵？黑雨是三年一次的大祭祀，引动魔力促进每个神印修行者的实力增长，而夜道幽灵只不过是一些人的游戏而已，那些都是他们圈养的灵兽。游戏什么意思啊？那群人性格恶劣，私下举办了许多灵兽杀人的游戏，谁的灵兽杀人更多，谁就能够获胜。你的意思是，我们包括这些土著人都只是他们的玩物？是的。我虽觉得土著人思想落后，但他们对神明的信仰是真情实感，凭什么要被这样自私自利的人当作玩物？他们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错？正因我的想法与你一样，认为任何人都不该轻易主宰他人的命运，所以才会被他们视为异类和逃犯。事已至此，你我都无力去阻拦，我只能告诉你，最好别插手这里的生活状况。他们自尊心极强，自然不允许他人改变自己玩物的思想，倘若你引起他们的注意，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那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吗？你别忘了，我们还被困在这里。我没有忘，你先回屋吧，剩下的等我回来再说。你要去哪里？我有些人要见，我也有自身必须要做的事，与这个人的见面我不能缺席。你把这个拿着，关键时刻他能保你一命。绿灵珠。回去好好休息吧，他们还需要你。等等，梅姨，你听我说。梅姨似乎是知道自己这一行吉凶难料，所以战前托孤。虽然我对梅姨没有太多的情感，可她毕竟庇佑了我们这么久，跟上去看看吧。我身上有西波罗王神印，终究会和他们产生联系。这三人就是神。你呀，王子，别来无恙。梅姨，你还是来见我了。这三人身上都有一种诡异的气息，尤其是中间那人，好生强大。你来的正好，我们刚好在讨论这次大祭司的事情。随意践踏他人的生命，这算什么祭司？看在你我以往的情谊上，我劝你退出狩猎游戏。退出？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妇人之仁。难道你不清楚大祭司就是用血来开启吗？岛上那么多贱民，死几个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你和这些贱民产生了感情？简直让我失望，你当真认为这种方式就可以唤醒大罗神王吗？可恶的逃犯，唤醒大罗神王的方式都是神王们决定的事情，敢对王子下手，你真以为我不敢杀？我和梅姨之间的事情何时轮到你插上嘴了？属下告退。宇哥，等等我，我和你一起。梅姨，你现在肯定过得不好吧？只要你松口和我成婚，我可以向父皇求情，保住你们氏族。今后我们以前没有可能，今后也不会有可能。更何况我已经为别人摘下了面纱。什么？你给谁看了？他是西伯罗神王的继承人。他与你们不同，
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跟上我的步伐，与我一起揭开你们虚伪的面具。希伯罗神王，好一个希伯罗神王。梅姨，我一直以为梅姨生性冷漠，才对我们没什么好脸色。他在世的时候都掀不起波浪，现在找个传人又有什么用？我就说你怎么敢有恃无恐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是已经与他人托付终身。感情在你眼里我从来都不是首选，既然如此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我会找到你所说的继承人，然后彻底摧毁他。难怪梅姨对这次出行那样的担忧，原来是因为这个人。看来梅姨对我隐藏的还有很多，比如她的家世，一定不像她说的因为思想不同成为叛徒那么简单。还站在这里干什么？既然你成为不了我的人，就不要在这里碍我的眼。我这次来见你是来找你交易的，我用血帮你供奉黑猪母王，你帮我保住梅艳忠慈。看来你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行，这个交易我很喜欢，那我们现在就出发。不必那么心急，我不会跑，你给我点时间，我收拾点东西。行，我给你这个面子，收拾好了来海岸找我。都会有危险，我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接受危险罢了。比起我自身，其实我更担心你。我很信任你，我知道你终究会有一天能走到他们面前。就是这段时间和你相处，你带给我的感觉，我相信这个感觉。梅姨，努力变强吧，我在终点等你。图腾就是神王宴最好的提升媒介，倘若你陷入了瓶颈，那就去甘泉寺找梅洛大师吧，他会指引你的。在我们即将陷入绝望的时候，是梅姨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也是神王印的出现让我有了可以在这里活下去的自信。我要努力活下去。力王印是在赤干部落里发掘的，那么我只需要去往一些拥有守护神的部落打探消息即可。等黑雨季结束吧，先安排好江氏部落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畜生，这是你应得的惩罚。黑羽进了猎，部落里除开少数战士外出狩猎，其他大多数都躲在自己的房里。眼下这么多战士死于非命，一定是这些畜生突袭。莫非神明又开始游戏了吗？对了，菲儿他们还在部落。菲儿，玉玲，没有任何回答。该死，难道菲儿他们已经……米尔斯，苏英，刘毅。应该是那群畜生还有余党，我出去对付他们。江族长，菲尔他们就麻烦你了。好，我会护住他们的。三指，你们还真看得起我刘毅。来吧，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黑羽气的出现大幅度地增强了我的力王印，现在哪怕再来一群灵兽我也毫不畏惧。力王印开。
或许神明都会认为厉王爷是最弱的神爷，可在我眼里从来不存在弱不弱，只存在掌握神印的人会不会用。厉王印叠加在肉体上，不仅可以增幅身体，还可以使脚力更加强大，从而拥有更快的速度，而叠加在手腕上亦可实现攻速增加。灵兽修炼到一定地步会拥有一定的思想，想必你就是他们的老大了。你们出现的目的是伤害我们，抱歉，为了保护族人，我不能放过你。难道他在求救？绝对不能让你得逞、这是黑蒙的叫声，该死，难道这个破地方还有别的高手？不行，我得去看看。可恶，黑蒙倘若真死在这里，哥哥肯定会骂我们的。该死的贱民，我要你付出代价。好快的速度，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不是那什么尼亚王子身边的人吗？看来灵兽是他派出的，果然和尼亚王子是一丘之貉，这下麻烦了。宇哥，让我来，火术。什么？居然能躲过我的火球？难道你也是神印修士？既然知道我是神印修士，那还不快快离去？区区尼亚的仆人，还不足让我亲自动手。之前有灵香护法，这才让他们没发现我的存在，利用这点或许可以劝退他们。眼下的我还不足以与他们抗衡，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管你是谁，送我灵兽者死。什么？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让你回不到神世界，谁还能知道我们对你下过手？看你这么珍惜这个部落，我就大发慈悲赏他们个全尸好了。想得很好，可不够成熟。什么？你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货对我的攻击完全被神王印吸收了起来，甚至给予了我一定的控制权，可控制电流十分消耗能量，我得速战速决。对，卑贱的修士，快把宇哥放下。放下他？哼，你比他更加天真。这样吧，只要你敢以神王的名义起誓，发誓再不对这个部落下手，我可以考虑放过他。我听梅姨和尼亚对话的时候曾听到过神王这个词，既然弄虚作假糊弄不了他们，那么以神王的名义呢？你也是神印修士，你该知道神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我猜对了，他们果真更在乎神王这个词。既然你不心疼你的雨哥哥，那我就不客气了。不，尼拉，你快照他说的做，我还不想死。说不说？别杀雨哥，我做。我以神王的名义起誓，我和沐雨今后绝不攻击僵尸部落，如有违背不得好死。果然神士对他们来说会有契约限制性，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神王才会拥有这样的力量。人还你，带着你的灵兽快滚吧。你明明和我们一样是神印修士，为什么对待这些贱民这样上心？人从来都没有贵贱之分，平等才是人类今后该走的道路。平等真是可笑的想法。神印修士拥有强大力量，每个皆为神之子，而这些普通人类拥有什么？他们甚至不如我们豢养的灵兽有用。一群茹毛饮血的野猴子不值得我们上心。既然你愿意守着无能的野猴子，那你就守着吧，希望你今后也能笑得出来。没想到神之子失败了之后也会放狠话呀。你们都听见了，你们一直信仰的神明其实对你们不屑一顾，这样自私自利的神明你们还要继续膜拜吗？我不知道。不必那么快给出答案，你可以慢慢想。神明之间的娱乐只方便了神之子，而受苦的却永远是我们。与其用神来称呼他们，不如用魔更加合适。信仰是根深蒂固的，但有这个契机在，我相信他们能够慢慢消化，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先回去吧，黑雨季不方便你们出来，
剩下的我来处理就好。之后的日子恢复了平静，没有灵兽和其他部落的打扰，我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农作物。可黑羽的力量依旧影响着幼苗们，这让我不得不多在这件事上留心。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新养崩塌和人手流失的双重影响，部落里的女子更加的勤奋，少数女子都忍着黑羽季的灼烧出门捕猎食物，那股子劲儿感染了菲尔他们，他们几乎是天天缠着艾莎艾米，要求他们教点对付敌人的招式。终于黑羽季结束，僵尸部落又重新活跃了起来，灵兽袭击和黑羽季夺走了部落一大半的生命，倘若今后再遇袭击，僵尸部落在人员上就会吃一大亏，不知道该拿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族长大人，不好了，隔壁楼氏部落来访了。楼氏部落来访而已，至于这么慌张？他们是带着全部落来的，说是要来和您谈合作。全部落？哼，这怕不是来谈合作的，是来吞并的。我的江族长大人，您可不能这么说。我听闻黑羽季让您也损失了大批人马，这才赶着过来和您合作，您怎么能这么看我呢？洛阳，直接闯进部落里，这就是你所谓的合作？我猜合作是假，吞并才是真吧。江氏部落以女为尊，你们楼氏不一直觉得我们奇怪吗？怎么可能说合作就合作？如今我们人员损失严重，你直接上门挑衅，你敢说你是真心合作？我希望江氏和我们楼氏合并是真，退一步说，我可以让你继续做你的族长，我们一同管理部落如何？卑劣男人说的任何话都没有可信度，请回吧。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你们这点人怎么和我们打，今天我必须拿下江氏。哎，世道怎么就不能太平点呢？吓得语言系统都失灵了，刚不是挺会巴巴的吗？该死的男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还不快滚一边去。刚不是要求和族长一个地位，现在就叫我为男奴了，说的你性别不是男的一样。想和我们合作也可以，但只能是楼氏融入江氏，江氏拥有一切的主导权。融入？这不可能，我们楼氏可是传统部落，绝对不会同意加入女尊部落的。你虽然你表现得很强硬，但我也看出来你们楼氏部落也是经历了黑羽季的摧残，这才不得不提出和我们合作的要求。只要你对江氏部落有贡献，不管是男是女都能提升自己的地位，我绝不是信口开河，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江氏部落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独裁了，只要你们愿意加入我们，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最基础的食物，其他剩余的物品都需要你们自己靠行动来获取。大人，只要您管饭，您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也愿意加入。我也是。一个一个排队登记，不要急。油嘴滑舌，我看你就是江美阳身边的一条狗。救我。废物。玉林这丫头最近脾气越来越回去了，看来她对这里已经彻底放心了。你为什么要提出把他们都收下？虽然现在我们是缺人的时候，可他们毕竟和我们理念不同向，今后可能还会起冲突。这样的环境里，免费的劳动力送上门，哪有不要的道理？至于矛盾，很简单，只要把他们打散，根据我们已有的人员重新编排组织就好，分组分工来安排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单独聚合的条件。增加了人手之后，部落就变得拥挤了起来，为了让部落更好的发展，自然得优先扩大领地并建起防御围墙，当然分组分工也得同时进行。秋葵的实力在部落中也是佼佼者，对待任务还是很上心，让他来培育战士再合适不过了。以艾米做事极其认真的态度，我相信他教出来的个个都是精准投射手，由艾莎带领的弓箭队，不管打猎还是打仗，都将成为部落的先锋。我从未想过江氏部落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它足以保我们江氏部落很长一段时间了。刘一，我很感谢你，
没有你就没有江氏的今天。严重了，这些都是小事。如果你真感谢我，下次就别坑我了。你当真以为我是故意坑你的吗？你可真是个母鱼脑袋，你真的不懂吗？江组长，你……啊，什么声音？有人正朝我们这里赶来，看装扮应该是赤阳部落，他们手上有武器，是袭击。赤阳与江氏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怎么会突然进攻？他们来得正好，是时候检验一下分组的训练成果了。弓箭队，准备射击。是。放箭。报告组长大人，他们的攻击实在是太猛了，我们的人根本前进不了。而且如你所说，他们收编了楼氏部落，实力壮大。江美阳这女人虽然脑子很好，但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看来他们最近所作所为都由那名所谓的神之石指示。你们安赤干那边那位出的计划行动，慢慢进攻。是，组长大人。攻不进来也不撤退，他们难道要和我们打消耗战？你带人去下面给我抓个活口上来，我要问话。遵命。组长大人，您带到了。我们与赤阳无冤无仇，你们直接攻打过来是为什么？识相点就交代你们赤阳的目的，相信你也不愿脑袋就那么落地吧。我都说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指引，神说只要消灭了你们，他们就会有生有世庇护我们赤阳人。神的指引？难道虽然希波罗神王弟子的身份树敌众多，可目前和我有过争分的只有那两个人，看来神氏还是有钻空子的可能性。幸好我的防范动作快，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好了，我们另一边的门遭到了来自赤干部落的攻击，弓箭队已经全灭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原来是两个部落联合袭击，难怪赤阳部落不退，原来他们是诱饵。江组长，你和艾莎的弓箭队守在这里，我去去就回。秋葵、艾米，带上你们的队伍跟我走。好的，刘毅哥哥。遵命，神使大人。刘毅。盾牌和简陋版攻城柱，看来你们背后有人特意指点呢。这样超前的思想，难道也是个现代人出的主意？不过对我们来说，它就只是一根没什么用的木头而已。以前你们奈何不了我，如今你们也不行。防御！秋葵，带着你的长矛队出门斩杀外敌，降服的当俘虏，反抗的给我杀！神使大人，你放心，保证让这些人有来无回。跟我杀！谁慢了，今晚没肉吃。组长大人，快跑吧！我们不敌将士，他们快要杀过来了。你说什么？我派出去的几百号人都没了？是的。都是你这个废物出的主意。你不是说我们必胜吗？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都怪我，是你们听了神的指示，非要对将士部落动手。我只是为你们出了主意，是你们不争气，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组长大人，别和他计较了，我们先逃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走，就让这个废物留在这里，代替我们去死吧。凭什么我过得这样悲惨，你却能潇洒存活？我不甘心。投降吧，老杨，我们去跟刘毅认错。认错？你凭什么认为只要我们认错，他就会原谅我们？既然你那么想认错，那就你一个人去吧。老杨。神使大人，赤干部落俘虏158名，赤阳趁乱逃跑只有10名，您看这些俘虏我们怎么发配？该杀该留，你去问江组长的意见就行，我先回去休息了。刘毅。不，刘哥，求求你放过我吧。贺飞，你怎么在这里？看来赤阳赤干部落的袭击真是你和杨百春的手笔。不，那些都是杨百春的主意，我劝过他了，我真的不想和你作对，看在我曾经帮过你的份上，饶了我。帮过我？你和杨百春狼狈为奸，你有什么脸求我放过你？秋葵，把这个人拖下去烧了。不不，
我可以提供你想要的情报。我知道你不会放过赤阳和赤干，我可以给你带路突击。赤干那老家伙躲在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而赤阳那边有守护神坐镇，你贸然出击只会适得其反。我怎么能确定你说的是真的？没想到贺飞竟然连守护神都知道。本来我是不想冒险对付其他部落，可这个部落有守护神就不一样了，说不定赤阳里有我需要的图腾。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不求你相信我，我只求你利用我给我留下一命。我还可以帮你对付杨百川，我了解他的每一步，我对你来说绝对是个好妻子。这里没看见杨百川，看来他丢下贺飞逃跑了。虽然贺飞可恨，但他只是杨百川养出来的一只出头鸟，更多的是帮杨百川做事。我同意你的条件，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谢谢刘哥的大恩大德，谢谢刘哥饶我一命。乘胜追击，让他们后悔对我们江氏动手。是。贺飞为了活命说的每一条消息都是真实的，在他的带路下，我们找到了赤干族长躲藏的小营地。赤干剩余人员不多，因此轻而易举被全员捕捉。由于赤干部落侵略黑塔在先，这次我没有放过他们。曾经我生活在和平年代，虽然参过军，但心底总有法律那一条界限。如今落入这个浑浊的世界，我必须要丢掉一部分人性，才能保全住我，保全住菲尔他们。到了，那就是赤阳部落了。秋葵、艾米，按计划行事。长矛队突袭！李奇，快防御！江氏的人打来了！冲啊！弓箭手出列，火箭准备，目标前方的草屋。是，弓箭。先遣队引出他们的主力，再利用远程攻击将他们的茅屋点燃。茅屋里面全是奴隶和粮食，一旦赤阳部落选择去救粮食，前线的防御就会出现空缺。如果不救，没有粮食的赤阳部落更是雪上加霜。我只是说了赤阳的大体布局，他就能想到这样恐怖的方法。刘毅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撤退！神使大人，这下怎么办？意料之中的事情，你先带兵把他们围起来，围而不攻，表面上装出强攻的样子就行了，私底下你们自己站着玩吧。刘毅哥哥，这是为什么？这是疲敌之计，我们随时准备强攻，赤阳部落就不敢松懈，时间一长反而疲劳的是他们的神经。而他们为了不被火势干扰到，肯定会集中集合，短时间还很规矩，时间一长就会因为粮食原因不听话，并且发生口角，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进攻的最佳时机。不管怎么说，赤阳已经是瓮中之鳖，就算他们想要另选一条路逃跑，也只会遇上我提前安排埋伏的大刀队。咱们就放心地等待好了，这小子鬼心眼还真不少，还是得多敲打敲打。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被烧死的，组长你想想办法吧。来人，去请守护神。是，组长。来了。什么？火神手下不死无名之辈，尔等速速报上名来。怕什么？你们早已经见识到神有多无情，也做好了和神对抗的准备，现在害怕有什么用？火神，真是可笑，你们赤阳部落马上就被烧干净了。在下江氏部落三军统领刘毅，是取你命之人。先用弓箭隐藏一下自己神印修士的身份，再想办法询问图腾的事情。取我命？那你来试试吧。这个威力竟然和您那不分上下。试试这个。哼，不用挣扎。还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吧，不然等我出手你就没机会了。短暂的试探看不出来实力，但梅姨说过，一个人的魔力并不是无穷无尽，或许我可以。弓箭一对二对，给我射！遵命。火神，你不是很牛吗？怎么退那么远？该死，你们以多打少，有本事我们一对一单挑。哼，这可是咱们尊贵的火神大人提出的，那我不得满足你一下。
他魔力消耗的差不多了，虽然胜之不武，但别无选择。小子，你成功的激怒我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本火神的厉害。本火神就算不用火，也能揍得你满地找牙。不好意思，你不能如愿了。你居然是神印修行者，你可真阴啊。废话少说，看招。这些贱民，我之间拼个你死我活根本没有意义。这种无聊的部落战争，你就算打赢了又能得到什么？不如握手言和。赤阳部落袭击我们将士，就算我们握手言和，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再袭击我们一次吗？不，这都是尼亚王子的安排。你身为神印修士，难道还不理解我们身不由己吗？那就不用说了，用拳头来决定吧。我投降，我可以不阻拦你对付赤阳部落，但作为条件，你得把他们的祖地留给我。祖地？说起来，上一次见到图腾柱也是在祖地，看来这一次也是。莫非你被赤阳部落的图腾柱困住了，是吗？你怎么知道？看来一切如我所想。哼，原本来找图腾只是碰碰运气，没想到还多拿了一条线索。我见到过同样的情况，并且还帮助他脱离了困境。如果你能帮我离开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不再对僵尸出手，甚至还可以帮你解决赤阳部落。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真是自私自利的神明啊，为了自己能够脱困不惜反戈一击，真是可笑的信仰。火神大人，你你们的族长冒犯神灵，已经被我诛灭。你们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该死，你竟然背叛了我们。好家伙，动作也太快了。这刘毅是改行做了传销组织头头吗？好了，戏看得差不多了，准备突击。交给我吧，神使大人。是吗？往这里来。这个祖地看上去和赤干那边的差不多，应该不是部落人自己修建的吧？这些东西存在历史悠长，我也不清楚他们的由来。到了。说起来，我一直想问，图腾柱上的雕像到底在表达什么？亏你还是个神隐修士，你居然连这都不知道。这是一幅非常著名的神域图，刻画的是高贵神主们的居住地，而另一边就是修罗场惩罚贱民的地点。这种类似的图腾地球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但这座荒岛上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神秘文化很有可能是一个未被人类发掘出来的未知文明。你在想什么？一些别的事情，你别打扰我，我开始。大家好痛，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攻击我的力王液。难道失败了吗？这是什么？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刚学会走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未知和不确定。长大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亲情，也知道了欢笑的背后是艰辛。后来我长大了，独自走向陌生的世界，但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化，人与人之间也有了距离。这种距离把我们隔开，把我留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世界变幻如白云苍狗，我的生活也由沧海化作桑田。我在泥泞的黑水里挣扎呼喊，也在炮火中冲刺拼杀。我用尽一切的力量咆哮，向命运表达自己的不甘和不情愿。我开始变得失望沉默，命运不因我努力而改变，也不会因我放弃而消失。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他会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直到我死的那一刻为止。这难道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不，就算我烂成一团烂泥，我也由自己主宰。
这真是个奇迹，没想到你能在肆虐的魔力中活下来。你对刚才发生的还有记忆吗？我刚才进入了梦境，在那里我经历了我的一生，他们在梦境里暗示我，无论怎样我也成功不了，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坚持下去。感谢我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谨记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轻易向命运低头。没想到你真的能抽光图腾的所有魔力，这可太让人羡慕。要不你也去找一根图腾试试？不不不，这就算了，能脱围已经很幸运了，我才不要作死。你打算去哪里？是回家还是？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暂时跟着你。跟着我？你脑子没问题吧？我身上的麻烦事你也知道，还可能会和你不想为敌的人成为对立面，这样你也跟着我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世界的强者，如果做不到，那就退而求其次，追随这个世界的强者。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大智大勇，只要你能迈过所谓的风险和麻烦，必将成为最光辉的强者。哦，你愿意跟就跟吧，不过话说好啊，跟在我身后就要学会人人平等，不能把你们神界那架子再拿来摆着了。听凭您的吩咐。有个神修者跟着我也好，这样我也能更加了解他们的世界。没想到我第一次收小弟就收了个神，哼，也罢，有他在旁边，我能学会更多的本领。刘队长又带回来了一批俘虏，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有本事。是啊，你是没看见刘队长和赤阳守护神单挑的画面，那真是帅得惨绝人寰呐。据说刘队长这次还提出了贸易市场的概念，今后我们和周边部落会开启长期的交易模式。这样的男神为我们部落招来了大量人马，还出谋划策，他身边的女性也太好运了哟。咱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队长还知道回来呀？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好好说？谁知道你一天到晚都在跟哪个女人鬼混，怎么好好说？你是说我在外面沾花惹草？谁跟你胡说的？这还用说，江氏部落那么多女人，哪一个不是在夸你的？说你到底去哪儿鬼混了，怎么用了那么长时间，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很担心你？原来是在担心我，只是现在我打算去的地方恐怕没办法跟他们细说了。现在江氏部落的危机还没有彻底解除，我怕那群所谓的神又再次来袭，所以我一定要变强，为了更好地保护你们。刘毅，你又要走了吗？还是菲儿等我，我准备去找条出路。为了我们的将来，首先我需要前往甘泉寺，找到一名叫做梅洛的大师。梅姨曾对我说过，想要找寻办法就得去找梅洛大师，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放心的去吧，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他们的。你一路上一定要小心，要记得我们还在这里等着你。该出发了。好。不是要去甘泉寺吗？咱们怎么在去往海边的路上？难道他在海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他虽然身处陆地，但是我们从陆地上却无法走到甘泉寺。无法到达？难道？没错，甘泉寺那地方处于两界的交界处，只要再往前走两步就能进入神界了。我们需要出海吗？虽然甘泉寺在陆地上，但我们需要通过特殊的船只去往那片陆地。马上就是月圆之夜了，到时候会有船从这里经过。说起来，我看每个部落的守护神十分不情愿的样子，那你们为什么还总往这里跑？当然是为了寻找机缘了。神印修行者需要大量的魔力开印，有些图腾柱就蕴含着大量的魔力，谁知道图腾柱居然坑人，吸也吸不了，走也走不了。要不是你出现，我恐怕还被困在那个部落。没想到他们都是被这样困住的，那我为什么能够吸收这些图腾柱？难道他们跟希波罗神王有关系吗？预言之夜到了，船要来了。真的是船？这样的速度和大小，说航母都不为过了。你们要去哪里？我们去甘泉寺。这个人的气息好沉重，
他仅仅是看了我一眼，就让我感觉到强烈的不安。每人一个魔金，给钱上船。眼里消失了，看来他对我不感兴趣。魔金？难道是他们世界的货币？跟我来。这个房间就归你们了，你们可以在船上走动，但最好别闹事，否则我会直接把你们丢下船去。我们知道了。果然人外有人，前几天我还沾沾自喜自己的实力增强，今天就被现实毒打了一顿。刚刚我看船上的人还挺多，他们都是要去甘泉寺的吗？哦，并不，我估计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山岳军过来的，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感受不同的自然环境，并没有下船的想法。他们难道就不想下船去寻找所谓的机缘吗？在我们神界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修行神印的，普通人老老实实活着都来不及，怎么会到处跑呢？也是，如果普通人在这座土著荒岛上生存的风险太大了，看来大家都是明智的。那刚才青衣人又是什么来历啊？他叫吴正山，是船上的魔师，也是船上的管事，你只需要记住不能得罪他就好了，其他的不要再多问了。不说他了，刘老大，我们去喝一杯。廖静明显不想谈吴正山的事情，看来这位管事的实力很强大。哎，你们是从那个荒岛上来的吗？那里是不是真的有野人啊？我看这位兄弟的衣服。他们不算是野人，只是生活条件相对落后一些而已。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过着衣不蔽体刀耕火种的生活？差不多吧，他们还是原始社会的生活形态，除了对神的敬仰之外，其他方面根本没有什么规矩。没想到神也会八卦，看来得换一套不惹人注意的新衣服了。原始社会那不就还是野人吗？你们得多想不开才会去那个鬼地方啊。其实他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平常也挺讲道理的。小兄弟，你别听他们乱说，看你挺了解荒岛的样子，可以多给我说一些荒岛的事吗？来，我请你喝酒。那就……喂，那边的两个，听说你们是从荒岛上船的，看你很了解荒岛的样子，这点钱爷赏你，你给爷多讲讲。你们是哑巴吗？问你们话呢？问话？瞧瞧您的语气，不知道的以为我是您的下人，必须以您为准呢。可惜了，我不是你的下人，也不是你随意施舍的对象。想知道荒岛的事就去问别人吧。你居然敢这么跟我们公子说话，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来教训教训你。廖静之前给我科普过，这类神异修行者的一身魔力基本用魔力棒为媒介来施法，现在魔力棒被抢，被打断的魔力突然回涌反噬，他应该很痛苦。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居然敢欺负本公子的女人。公子，看来只有让你们以死谢罪了。有管事的提醒在前，我本来不想惹事，可现在他要杀我，我必须得出手自卫了。大家都是文明人，我劝你别乱来。把刀放下。是吴管事来了。既然吴管事来了，就让他来评评理吧。评理？不好！廖静，廖静，还有呼吸，但很微弱。在这里，我文森说的话才是真理。今天我就要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够了，文家小子，你真当这里是你家吗？你想为了这两个小子跟我文家作对？文家也不是天下无敌，希望你小子能明白这个道理。哼，这次就放你一马，但你记住了，得罪本公子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除非你们永远待在这艘船上。怎么，你还不服气？下一回可没人替你挡拳头了。小子，你……我不需要别人帮我挡，自己就可以秒杀你。
文森虽然魔力强，但肉体弱，再加上轻敌，这一踢就当是为廖静复仇。罪可免，活罪难逃。你不管事，且慢。不管事，我可以证明这件事确实如小兄弟所说，自始至终都是文森公子欺人太甚。对，是文森非要叫这位小伙子起来说荒岛的事。小伙子没动，文森旁边的女人就要出手伤人。我可以作证。我也可以。你们既然你们能证明，那这次就这么算了，下不为例。把他扶回去好好休息。是，前辈。看来还是群众力量大，虽然吴正山有意帮文森，可船上平民较多，他应该是不想引起舆论。在下刘毅，谢谢你刚刚替我说话。哪有的事，我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我早看不惯文家的人横行霸道了。你先扶他回去吧，他伤得不轻。啊，对了，你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叫我胖竹，等之后有时间再跟我说说荒岛的事儿吧。好的，再次谢谢你的帮忙，我先回去了。吴正山能放过我们，看来还有胖竹大叔的功劳，他从头到尾都是从容自然，来头绝对不小。哎，一来就得罪了什么富家子弟，我的仇家又多了一位啊。你的伤怎么样了？还严重吗？伤得不轻，估计要十天才能彻底恢复。我们与文森公子结了仇，这次前往甘泉寺恐怕不会那么轻松了。我仇家漫山遍野都是，还怕这一个？你别管这么多，先好好养伤吧。通知，马上要经过雾障区了，大家尽量待在房间里，不要出来。雾障区？那是什么？雾障区很危险，但也很神奇。危险是偶尔会遇上野兽袭击，神奇的是大船经过这段海域之后将会翻倒过来，踏入属于我们的神之领域。这不就跟我看的海盗电影一样？难道我们要进到一个镜像的世界里去？刘老大，稍后你仔细感受就明白了。这就是雾障。好冷啊，力王印居然自动帮我御寒了。难道这个雾气像黑雨一样，蕴含的是大量的魔力？咦，刘弟，你怎么出来了？胖竹，你怎么也出来了？难道你不怕野兽袭击吗？不过是一些畜生罢了。倒是你，你也不怕他们的样子，果然年少有为啊。夸大了，我只是为人比较勇而已。尼亚王子派出的灵兽我都能全杀了，这点小意外还真不放在眼里。但胖竹居然也不畏惧，看来不仅是身份，他的实力也成谜啊。虽然你很勇，但我还是要告诫你一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些畜生可是很凶的，绝大多数人遇到他们都会命丧黄泉。这么危险，那为什么你还敢？每艘船上都会配一个魔师，他会负责对付这些畜生。你这么有恃无恐，原来是因为知道武馆是会制裁他们啊。真的好神奇啊，要不是廖静事先给我讲过，我肯定会被这个场景吓死。他还在继续往前开，难道这一段只是个通道？欢迎来到神之领域。这就到了，可是我什么都看不清啊。看不清是正常的，但咱们来到甲板可不是看风景的，而是……别想跑！不好，武馆是被包围了。稍安勿躁，咱们继续看。
畜生，给我滚回去！武馆是实力强，对群能力也不错，可为什么不用火攻呢？那样不是更管用吗？火攻确实是最好的方法，但每个修士都有独特的印记，它是封印，效果远远不如火印修士的火术。原来如此，我是烈王叶，重心就该放在与力相关的能力上，难怪之前怎么也学不会廖剑的火术。火，甲虫怎么停下了？因为他们的老大来了。吴正山，当年你追杀我三兄弟数千里，今天我们来回报你了。吴虎，你还是死性不改，当年打不过我，如今你们兄弟那点伎俩又能奈我何？姓吴的，你少狗眼看人低，今天就让你尝一下你侯爷的厉害。小子们给我冲啊！前辈，这艘船的安全就麻烦你了，我去把上面那个人解决了。武馆是称胖竹为前辈，看来我之前还是低估了胖竹啊。真不应该来看热闹，现在麻烦上升了。刘毅，你应该会火吧？要不你来。胖竹前辈，我也不会啊，不过我可以传音让我会火的朋友来帮忙。你是想要加入战斗吗？侯火三兄弟不是等闲之辈，现在只有老大现身了，其余两个若是搞偷袭，吴正山恐怕凶多吉少，我得防患于未然。原来如此，那前辈你好好节省能力，这些小喽啰就交给我和我朋友吧。廖剑，速来船头帮忙，急需用火。啊，难道刘老大去对付野兽了？哎呀，老大可真会惹事儿啊。正好我吸收了第二个图腾，还没适应好力量，今天就拿你们来练练手。可恶，这数量也太多了吧。刘老大，我来帮忙了。你小心点，别把船一起烧了。老大放心，如果我连这点本事都没有，那火球术算是白练了。我负责地上的，你负责天上的。没问题。不错嘛，刘弟，有点一力破万法的意思了。这位小伙子也不错，这手控火术也算是出神入化了。胖竹前辈谬赞了，我还差得远呢。谢谢前辈夸奖。居然杀我这么多手下，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两个野小子，我要让你们尸骨无存。小小猴戏也敢班门弄斧？胖竹前辈竟然强悍如斯，随意一挥就把攻击反弹了回去。最后一击！大哥，你没事吧？谢二弟关心，我没事，只是这次我们碰到硬茬了。咱们三兄弟合体，害怕对付不了他们。还想动手？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尊老爱幼的品德吗？当年你们的老鬼师父都还得叫我一声大哥，你们就这么不识货？你是徐前辈？徐前辈息怒，我们兄弟三人立马就走。姓吴的，今天算你走运，希望你下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哼，今日三兄弟来袭，幸亏前辈在场，不然后果难以设想，不知该怎么报答前辈。我也只是顺手而已，你还是趁早别干这管事的活了，再干下去恐怕以后难以善终。前辈教训的是，我干完这一趟之后就辞了这管事，我还有事先行告退。也是，要不是今天有胖竹前辈在，倒被那三兄弟偷袭成功了。哎，不想这么多麻烦事儿，趁现在清闲，你再给讲点岛屿的事儿好不？既然您这么喜欢听，我从头给您讲讲。果然实力越强，兴趣越怪啊！没想到胖竹前辈居然对荒岛感兴趣。是海岸，我们要到了。前面就是月亮城了，甘泉寺就在里面。这神之世界果然不一样，太壮丽了。你们原来想去甘泉寺啊？找人吗？对，有人托我去甘泉寺给里面的人送点东西。西波罗王弟子身份特殊，虽然胖竹前辈人很好，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哎，那看来我们的缘分暂时结束了，我还有些其他的事要办。小伙子，咱们后会有期了。前辈，后会有期了。刘老大，马上就到岸了，
咱们也准备一下吧。马上来。哎，这样的功夫，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也太帅了。终于到了，我在这做弱鸡，你们俩却潇洒。去，马上联系家族，派来人手增援。我要他们走不出月亮城。是，文森公子，公子放心，他们绝对跑不出您的手掌心。虽然之前说甘泉寺是在大陆，但我怎么感觉这里更独立呢？就好像不在大陆上一样。虽然明白这里可能被他们用特殊的法子屏蔽了科技的探测，但人果然还是好奇生物。我对这里的了解不多，只知道这里被大家称为西兰州。我曾听别人讲过，这里曾经是个超级大陆，后来在灭神之战中打碎分离了出去，仅剩的一块岛屿，随着时间的迁移和存活下来人们的努力发展，才变成了如今的西兰州。那传说中的超级大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叫做什么大西州。西兰州我没听过，可这大西洲绝对是如雷贯耳啊。传说中的古老文明亚特兰蒂斯就存在于大西洲，那里有着晶石和魔法，这些建筑物还有神印修饰的魔力奇迹，这都说明了传说里的史前文明是真实存在的。看来还是有一些事被当作传说流传了出去。刘老大，你怎么还发起呆了？没事，我们赶紧去甘泉寺吧。这些东西太高大上，不是目前的我该考虑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提升实力些。都给我让开，不要挡道。这是碰瓷，我是清白的。老大，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招式的体质啊。救救我。这得摔得多严重啊，说话都不利索了。虽然这事不是因我而起，但发生在我面前，我不能坐视不管。刘弟，对不住了，林家对我有恩，但这事我不好出面。既然你已和文家结怨，再多一件事也没有什么，希望能带他逃离文家，他日我必定好好答谢你。大胆贱民，竟然敢打林家小姐的主意，老实交代，是谁派你来的？不分青红皂白就对路人上手，难道你的眼睛是摆设吗？哎，老大，你看这车上有文家的标识啊。哼，哪儿都有他们，阴魂不散。当我的面还敢窃窃私语，找死！果真文家蛇鼠一窝，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你不听人话，就怪不得我了。哼，就这点实力，也敢在大街上横行霸道？什么？这文家奴才实力不弱，居然败得这么快，感觉刘老大又强大了不少。难道他背着我偷偷修炼了？廖金，我们继续赶路吧。好的，老大。这位公子，你可以带我离开吗？刚才慌忙没看清，没想到竟是一名大美女。老大的女人缘真好啊。不可以，我可不想和文家再扯上关系了。老天赏饭吃，可惜太直男。公子，你误会了，我乃林家长女，无奈林家落寞，这才被文家拐了去。我不在乎公子你是谁，也不在乎你来自哪里，只求你带我离开这是非之地。我来这里也是有自己的目的的，我只能捎你一劫，等你安全后自行离去吧。谢谢公子。我从林小姐身上感觉不到危险，可能她真的只是个被文家胁迫的弱女子，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我的脚好像崴了，公子可以背我一程吗？我哪里是落入荒岛，我分明是落入桃花源了。虽然菲尔他们不在这里，但要是哪天他们知道这事儿了，非劈了我不可。廖剑，你背着他走吧。这里就是甘泉寺，看起来果然不一般啊。这样的建筑要是在我们的世界里，绝对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甘泉寺由西兰州曾经最顶级的几位大师级人物联合打造，地位超凡，一般人不敢造此。没想到刘公子要来甘泉寺，
诸位，切勿在甘泉寺外逗留，还请离开。如有打扰，还望海涵。我们是来找人的。我受人之托，前来求见梅洛大师。我还带来了信物，此事非常重要，希望你能让我们进去。求见梅洛大师，你带了什么信物？能拿出来看看吗？不行，我受人之托，这件信物只能亲自交给梅洛大师本人。还请你转告梅洛大师，我是梅一的朋友。绿灵珠的珍贵程度我非常清楚，自然是见到梅洛大师再拿出来最为稳妥。既然如此，那我帮你传个消息，剩下就看你们的运气了。多谢。梅一，好耳熟的名字，没想到老大你还有这样的人脉。人在世上多交几个朋友准没问题，做好准备去见大师吧。你那朋友该不会骗了你吧？这事对我和我朋友十分重要，他是不会骗我的。从梅姨和大师的名字上来看，他们或许是很亲近的直系亲属，倘若大师真不想见我，早就该派人把我赶走了。是文家的，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或许他们找的不是你，是我。渣仔，别来无恙啊。原来我要的人也是你们劫走的，很好，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有无助他们，廖金，我敬你一眼，注意分寸。明白。帝王爷一直在闪烁事情，看来我得速战速决，不然会有大事发生。都给我滚！一幅汉书，兄弟们给我上，打死他们公子有赏。巨能波，雕虫小技，嗨。文家的人不光多还有实力，以我现在的力量根本造不成太大伤害，再这么下去廖静也坚持不了多久，该怎么办？厉王印，这是怎么了？这是关于厉王印的技能，没想到厉王印竟然还有技能，还是两个，真是天助我也。林小姐，站廖静背后去，我来替廖静进攻。好。什么？这不可能！老大牛逼，我来补刀。灵蛇油，小子，到此为止了。敢反抗，你们只会吃更多的苦头。快见屠夫福高，你竟然归顺于文家了！哼，知道是我还不速速跪下，不然等我出手，你们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李王印又在施剑。看来文家对我真正有威胁的人是他。尔等住手！谁给你们的胆子在本寺外斗殴？对不起，大师，我们捉拿完这几个贱民，马上就走。你要捉拿他们？这贱民与我家公子有仇，甚至还对公子动手，这才让我们不管不顾闹到这里来，还望见谅。恐怕不能如你意了，这三人正是我请来的贵客，尔等回去吧。你们随我来。是。有大师相护，文家短时间应该是做不了幺蛾子了，得在离开甘泉寺之前提升更多的实力，应付后面的事。公子，他们不用说了，我们走。有意，我们来日方长。怎么跟文家结仇了？因为一些小事情，文家人横行霸道惯了，我也别无办法。二位就在这大厅稍等一会儿，你跟我来。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梅姨那丫头的气息，想必你俩应该是旧识。啊，这里是我的私人房间，可以把你说的信物拿给我看一看吗？好的。这是绿灵珠，没想到梅姨这丫头竟然把绿灵珠给了你。哎，梅氏家族覆灭这么多年，我原以为她会和丫头一起消失，没想到我还有再见到她的一天。梅洛大师，我听闻甘泉寺实力强悍，梅氏家族出了这么大的事，难道你都没有借用甘泉寺的力量去干预吗？你还是太年轻了，你以为是我不想干预吗？在某些大事来讲，就算加上甘泉寺的力量也改变不了什么。家族早早地把我踢出梅氏，并让我带着一小部分人分散逃离，
我并不甘心，可以我的能力并不能做到帮助家族。而我最后一次见小梅姨的时候，她才10岁。家族覆灭后，我寻找族人了很久，却没找到她的身影。没想到她还能活下来，还记得我这个叔叔。这丫头现在在哪里？她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说明她要做的事情不简单。她被尼亚王子带走了，为了保住梅燕忠慈，她答应帮尼亚王子四府黑猪母王。简直是糊涂，梅燕忠慈再重要也不过是个死物。梅洛大师，那黑猪母王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梅姨的血来侍奉？那是一种实力非常霸道的魔灵，就算我出手也不是他的对手。他喜欢使一些纯净特殊血脉，梅姨去侍奉他之后，不但实力会衰弱，还会有生命危险，此行非死即伤。什么？我原本以为危险仅仅是来自于尼亚王子，没想到那什么黑猪母王更为危险。梅洛大师，你能想想办法救救梅姨吗？很难，我只能试一试。不管结果如何，刘毅在此谢过梅洛大师了。我也不会坐以待毙，倘若梅洛大师用得上我，请务必叫上我一起。看来梅姨找了个好归属。对了，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梅姨小丫头的事吧。但只是这件事的话，她应当不会把这么珍重的东西交给你才对。哦，对，不瞒梅洛大师，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希波罗王传承。这是希波罗神王印？没想到你竟然有希波罗神王印，这难道才是梅姨选择你的真正原因？不行，你还太年轻了，这枚神印石只能是祸不是福。大师，你真的想清楚了，要去继承希波罗神王的衣钵？是的。那就回去吧，回到你来的地方吧。回去？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传承，就这样让我回去，我怎会甘心？我增加了实力才能帮您一臂之力，难道传承比梅姨还重要吗？哎，你这小子，你误会我的意思了。甘泉寺或者说整个西兰州都没有西波罗神王的传承，而传承就在你来的地方。我能感觉出来你来自于那座岛上，那里有西波罗神王立下的18根图腾柱，或许传承就在里面。现在的你还太弱了，我带上你会更加危险。图腾？难怪廖静他们无法吸收图腾，甚至会被困在那里。原来那就是西波罗神王留下的特殊机缘。大师，那您知道这些图腾的具体位置吗？我也并非是万能的，这些就需要你自己去找了。感觉跑断腿的日子要来了。你现在的身份很敏感，绿灵珠对你来说也毫无作用，甚至会因为特殊气息引起别人的觊觎。保险起见，你把绿灵珠放在这个灵盒里，等你以后能用了，我再还给你。梅姨把绿灵珠给我的本意是让我防身，没想到适得其反。难怪当初吴正山和胖竹前辈看我的眼神都很特别。大师，绿灵珠和梅姨就拜托您了。她是我侄女，我当然会尽我最大所能把她救出来。这个你拿着。这是？我会把她放在这个柜子里，如果下次我不在了，你可以凭借这个令牌进入甘泉寺，拿走这个柜子里的东西。下次？大师，我没有魔晶啊，要想再来月亮城一趟的话恐怕十分困难。这事简单，正好把这些就当作是见面礼了。这个纳戒里存有300魔晶，足够你来回几十趟了。它的空间还有余，你可以随意出发，输入适当的魔力即可。看了那么多年玄幻小说，一直很羡慕主角们的储物戒指，没想到如今我也有一枚了。今晚你和你的同伴就待在甘泉寺，明天早晨我会安排船只送你们离开。那船不是要月圆之夜才会出现吗？有些规则是可以打破的，只是看你有没有能力打破它而已。看来不管在哪里，实力强大的人决定一切。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直接去便是。另外，文家人对你的怨气相当严重，离开甘泉寺之后你得小心防备他们。大师，
任何神异修士都可以去那座岛屿吗？原则上是可以，但太过高阶的神异修士是禁止登岛的，因为他们的气息会扰乱那片天地。以我现在的实力，普通修士不尚可对应，这对我来说算是好消息了。大师，林小姐情况有些特殊，跟着我只会害了她，您能给她安排一个栖身之地吗？哎，看来老大是真不懂女人心啊。我可以安排人送她一程。感谢梅洛大师的好意，还请大师为我安排去西凤城的车只。去吧，他们会带你们登船，船上的管事我也帮你们打好了招呼。梅洛大师保重。梅洛大师保重。公子等一下。公子，你救了我，还找人保护我，想女子无以为报，还请你收下这个。我知道公子你不凡，但法术不嫌多，我复制了一份林家所有的书法在这玉佩里面，希望对你有帮助。林小姐，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公子，咱们有缘再见。不愧是老大，这该死的魅力。哎，好啦，小姑娘的心意你就收下吧，说不定有用呢。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好了好了，快走吧。哎，不知道回去怎么给菲尔他们解释。刘毅，希望我们还能再见。我是本船的管事田良，房间已经给二位安排好了，这就带你们登船。那就麻烦田管事了。刘小弟等下。啊，胖竹前辈，抱歉田管事，容我去道个别。廖剑，你在这儿等我就行。啊，没关系，这船本就是为你而开的。好的老大。胖竹前辈，您怎么来了？见你要离开了，来送送你，顺便也答谢你之前帮了我大忙。大忙？是之前的荒岛趣事吗？不对啊，这也不是什么大忙啊，完全不需要答谢。等等，最近发生的事情确实有一件，那就是救助了林小姐。原来如此啊，我说那马车怎么这么赶巧就停在我面前。哎，林家对我有恩，但这事我不好出面，所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已经得罪文家的你身上。这事我未先和你商量，实在抱歉。现在林家那丫头已无事，为了表达我的歉意，这把纵云就送给你了。好惊人的色泽和气势，这刀很是上乘。胖竹前辈，这谢礼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我胖竹送出去的东西可没有拿回来的习惯，再说了，这武器不贵重，是我年轻时偶然所得，我并不用刀，给你这个硬徒巅峰用也不错。那小子就谢过胖竹前辈了。胖竹前辈，你刚才说我是硬徒巅峰，想必这是我目前的修为吧？那这个神印修士是怎么分级的？你居然不知道？难道你是刚修炼的？是的。这个分级通常分为硬徒、行者、教护和大师。大师就到头了，不是还有神王吗？能修行到大师境界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神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有修炼到神王的人，所以对于我们而言，神王境只属于传说。谢胖竹前辈解惑。你还年轻，千万别好高骛远，以你现在的气息来看，可比同境界的人强太多了，你的脚步注定会走得很远。前辈的教诲我记住了。你快登船吧，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所在的荒岛虽然阻拦了强者的步伐，但有些人使用特殊手段还是可以进去的，你万事小心啊。晚辈知道了。特殊手段，想必那尼亚王子就是因此才进来的，看来我今后不仅得小心尼亚王子，还得小心文家人了。这两人就跟疯狗似的，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胖竹前辈，咱们后会有期。刘小弟，后会有期。老大，这些人不对劲。田管事，这些人怎么回事？他们是文家的人，不过二位放心，在我的船上，他们不敢向你们动手。合着他们就等着我们上船？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果然疯狗闻着味儿跑得贼快。
二位，这是你们的房间，我会让他们远离这个片区。啊，那就多谢田管事了。老大，文家的人虽然现在动不了手，可下船了之后该怎么办？我刚感觉他们的修为大约都在行者，甚至有人快要突破到教父，我怕我应付不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都这样了，怕什么？你不如趁现在多修炼一会儿，增强一分是一分。哎，老大果然还是老大，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万有野狗气势汹汹，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正好让我来瞧瞧这里面有没有我能练的。吸收魔力吐纳，强筋断体，大量攻击和防御的，还有辅助治疗内的功法。林小姐，这是把祖上流传的功法全记录下来了吧？我因为神印的缘故，吸收魔力的量是普通修士的好几倍，现阶段最适合我的就是吸收魔力，增强力。王爷，就让我来试试这个功法究竟好不好用吧。这吸收魔力的效率也太高了吧，瞧老大身上的气势，估计再用不了多久就得突破了。不行，老大在印图阶段就比我这个行者强，我作为前辈不能落后啊。老大，感觉怎么样？还是原来那样，只不过力量倒是增加了不少。还是那样？我看你就是一个怪物，身上气息强了这么多都不自知。天官师，你这是？二位客人，地方到了，趁着他们还在睡觉，你们赶紧下船。十分感谢您的帮助和提醒啊，还望您再帮我向梅洛大师再道声谢。只要我们消失得快，在这个庞大部落众多的荒岛上，想再找我们可没那么容易。谁？别紧张，是我。神使大人，您回来了，快去通知族长，我们的救星回来了。我这就去。奇怪，明明我只是走了几天，却感觉仿佛是走了好几年。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把这里当作是我的家了。灵儿，灵玉，米尔斯，苏英，算，太算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小弟，我选择消失。你这些日子在外面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吃饱？身上没有香水味，看来你魅力下降了。都没有美女和你同行吗？灵，你别听他傲娇，他这段日子可是天天念着你呢。有美女在身边的感觉真好。啊呸，不能再多想了，我还有正事没做。咱们别在这里堵着了，先回去吧，我还有惊喜要给你们的。好。惊喜？神使大人，你这就偏心了，为什么只单独给他们惊喜？江族长，您这是做什么？我可是为了庆祝你回来，特地去吩咐了人去安排了宴会，你可不能为了他们冷落我。江族长，你……你们给我等一下。江族长，刘毅可不是你的男奴，你还是要多多注意男女有别啊。哎呀，人家只是看见神使大人开心而已，你没必要跟我一个小女子较劲吧。糟糕，再不阻拦一下，林玉都要气疯了。多谢江族长好意，可我急需休息，宴会什么的明天再说吧。那咱们明天再好好聊聊。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女人就是故意的。虽然我是安全回来了，但文家人始终是个隐患，明天还得跟美阳好好商量才是。我就知道你这人死性不改，你之前跟我们承诺什么你难道忘了吗？你们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你们想不想看看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神的世界？就你和梅姨的世界吗？我先前帮了别人一个忙，他赠送了我点东西，我觉得对你们能有用。这是我在林家手册的末页发现的开印功法，有了它，我现在也能对菲尔他们开印了，多出四名神印修士，今后我们对上文家的胜算就更上一分。闭眼凝神，我会通过我的魔力将开印和修炼方法输入你们的大脑。神印修士开印，吸收我的魔力并且运转它，改变它，一定要记住，不能心急。
只要成为神印修士，就能和刘毅并肩作战，看上去好像比开公司要简单。感受魔力，再吸收运转魔力，给我开！成了，我果然是个天才。奇怪，明明我已经照上面说的先吸收再释放，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行，不能心急，以前我当空姐时学三门语言都没放弃，现在更不能放弃。刘毅，我以后可以帮你了。我是什么啊？洪水猛兽吗？怎么都躲着我走？难道进我身体就这么难吗？我还偏偏不信了。就跟小时候感受大自然一样，好舒服啊。雷印、水印、风印、木印，看来你们体会并感触的印记比我管用。还好我的魔力储存够多。开了印之后才体会到你平时有多辛苦，这下我们也能帮到你啦。这是我们商量好的，你不能反驳。菲尔他们已成修炼者，因此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梅姨和文家的事。文家找上门是必然的，虽然不知道能拖延多久，但还是得在这段时间里尽可能的提升他们的能力。真是头疼啊。窗外的月光是不是很美？这样的安稳日子我们还能享受多久？林月，你怎么醒了？我睡不着，我怕一转眼你又不见了。想当初我和菲尔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关林玉拆散了我们，真是造化弄人啊。你应该不知道，上学的时候我一直嫉妒菲尔能和你在一起，所以我便用尽办法拆散你们。我以为你离开之后我就能忘记你，可过去那么多年我还是做不到。难怪那时候最要好的我们突然就变了，我还以为关林玉是在荒岛上才喜欢上我，没想到更早。到了这荒岛上，比我能干比我有本事的美女那么多，所以有些事我不想再瞒着你。我很爱你刘毅，哪怕我们面临的危险很多，我也要在你身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不好了，组长，刚收到消息，狩猎小队的人全死了。什么情况？组长，我们外出不知被什么陷阱所害，全队六人只有我一人存活，背后之人似乎有意让我回来通报，因此我才能活着回来。有人特意针对我们僵尸部落，可笑。组队出击，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向我们僵尸部落挑衅。特意放人回来通报，难道是文家的人？荒岛上部落千千万，他们竟然这么快就查到了这里。不行，我得跟上去看看。组长，我来带队。你又想丢下我们？昨天不是说好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应该一起面对。再说了，你一个人出去，万一遇见文家人怎么办？我们已经不是当初的弱女子了，也能帮你一臂之力了。你们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和你都是一起的。行，那就跟着我们特殊流士部队一起去面对那些困难。好耶，出发出发。绅士大人，就是这里了。表情很平静，没有任何惊恐，死因也是封喉而死，现场没有一点打斗痕迹。一个人被别人用刀抹掉脖子不奇怪，奇怪的是所有人的面部表情和死因都是一样的，看来真的是文家人，他们已经锁定我们了。刘毅，这些是文家的人干的，对吗？这样残忍的手段，也就只有他们做得出来了。看来你们的担忧是正确的。绅士大人，我们前方的情报小队遭遇突袭，
一下才死了十来个，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向这里赶来。对方多少人？十人。全体集合，有敌人向我们僵尸部落发起挑战，我们迎战冲。不好，刘毅啊刘毅，你可真是让我们好找，得罪了我家公子，难道你还想逃之夭夭？你也太天真了。天不天真可不是你们说了算，欺我部落人终将付出代价。得亏我有先见之明，让菲尔他们开印了。我能感觉出来，眼前只有面具男人稍微强一些，其他不为所惧。弓箭队，箭雨压制。是，神使大人。螳臂当车，随我杀。算不算箭雨也想阻挡我们？可笑！轰炸出击！野蛮人就是野蛮人，竹筒都能当武器。小小竹筒还没箭雨速度快，站着拿给你们砸，能砸死我们吗？这真是本年度见过最好笑的笑话。这是什么玩意儿？威力居然堪比爆破术。科技的力量你不懂，虽然竹筒爆炸对普通人伤害十足，但对这些修行者来讲，伤害果然还是差了很多，还得靠偷袭搞奇效。该死的杂碎，看我不把你生撕了。行者的气息，情报上不是说你是印图吗？说不定是你太菜了呢。我能感知到我的确还是个印图，但似乎已经到了瓶颈，看来我需要一个契机。呀，居然有四个那么漂亮的女人，可惜了。姐妹们，给我们发力。你们对魔力的运用还不熟悉，待会如果涉及到战斗一定要谨慎，你们的神意会给你们指引的。以前你们仗着力量耀武扬威，现在看我不轰死你们。闻雷术。发威了，我也不能落后。我来，封印。我等的女人都这么恐怖吗？我想妈妈了。同伴之刺。好累啊，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不可能，怎么还有四个修行者？再看哪里，你的对手是我。你怎么越打越强？不可能！刘毅，你可太帅了！你们也很厉害，刚入门就能把那些硬徒打得落花流水。以后不能再惹他们生气了呀！就刚才那一套连招，吃一下我都活不下来啊！神使大人，哎，啥？你不在部落帮忙，来这里干什么？僵尸部落被人偷袭了，族长受了重伤。您赶快回来吧。竟然有人能突破咱们的防御。廖静呢？廖静不是留在部落里吗？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三个实力很强的人，他们和廖大人打得不分上下，但因为人多，廖大人最后占了下风。难道来袭击我们的不止这一波？我一早就提醒过你了，你真的以为来杀你的就只有我们吗？这个礼物你可很喜欢，就算你现在回去也改变不了灭族的事实。组织人手，我们立马回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族长平时的吩咐都忘干净了吗？好严重的伤亡，真是一朝回到解放前。好在我没有感受到其他神异修炼者的气息。看来文家另一波人马已经撤退了。左胸被剑之类的器物重创，虽然及时做了处理，但出血量太大，已经失血过多了。刘毅，江组长可以交给我们吗？我学过很多急救的知识，而且我和婴儿的神印合体可以有治愈的效果。没想到神印居然可以有合体效果，那就麻烦你们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坏事要发生了。江组长的情况很严重吗？他受的伤本身没什么问题，那一剑只刺中了他心脏旁，
部落里面有人给他做了很正确的急救措施，但是他的心脏处有一块不知名的魔力，那魔力似乎具有强烈的毒性，正在源源不断地侵蚀他的心脏，这才是大大出血的真正原因。难怪说是惊喜，难怪那么轻易的蜕变，原来剑上有毒。我来给你们输送魔力，你们试试能不能驱散他。江族长对我们有恩，我们也来帮忙。不用了，我已经无力回天了。族长，没想到我也会有这样的一天，看来命运还是对我太苛刻了。族长，您就好好休息吧，别多浪费力气了。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跟你学习，想要你告诉我。刘毅，我知道江氏部落留步，选艾米那孩子为下任族长吧，其他的我也不求你了。只是我是多么的想要去看你描述过的世界啊！如果我还有以后，你愿意带我去吗？我跟你开玩笑的，让艾米进来见我吧，我时间不多了。族长，我艾米，跪下。从今天起，艾米接任江氏部落族长之位。由于你年龄尚小，所以代行族长之职。三年之后，正式接任族长。什么？族长，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行的，没有您，我只是个江氏的小丫头而已。你不能这样丢下我。你呀，你跟我太像了。我当然知道你可不可以。拿着这个，以后有什么事多跟刘毅商量。对不起啊，不能再帮你们了。族长，族长，族长。